各位委员哈，各位与会的代表哈，各位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关心眷村改建条例的学者专家，还有我们眷村的朋友哈，大家早。我们今天特别召开这个公听会哈，那因为登记的来参加的相当的多哈，那我跟我们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同仁啊。先拟出一个公听会的会议流程哈，那我先跟大家来念一下，请大家参考哈。第一个就是我等一下呢会以到场的先后次序呢来介绍一下与会的学者专家哈，还有我们的行政单位。那专家学者呢按照登记的顺序啊上台发言，发表意见或看法。那时间呢我把它定为5+2分钟。5+2分钟。那如果专家学者有公务，好，譬如说下午有课等等这些，必须要提早离席，请先跟我们委员会的同仁哈，先协调一下，让你先发言，好，让你先发言哈。这个是因为有时候要尊重，有些老师呢，教授需要上课。那我们在会议进行的期间呢？2小时以后呢，大概休息5分钟，好，让大家可以去一下盥洗室。那如果在场的委员，就是我们立法院的委员，不一定是本委员会的委员，有问题的话，在学者专家发言完毕，可以举手上台或登记的方式提出问题或发表他的疑虑哈。那每一位委员发言的时间5分钟，好，5分钟。那第四，所有学者专家跟委员发言结束以后，那行政单位就专家学者的意见跟委员的疑虑呢会做回应，但是在公听会上呢不做询答程序，不做询答程序。好，那今天的议程原则上呢到公听会全部结束，那我们的预估时间如果每一位专家学者都到的话呢最多应该到下午3点结束。那中午休息30分钟，哈，我们委员会会跟各位准备一个简单的便当。那这些记录稿，会议的记录稿呢，10天以内会送给各位与会的代表，也就是学者专家，好，也是学者专家，好。那这是以上的部分。那当然呢，待会儿要进行这样子的公听会议流程的时候，我仍然呢会请我们的行政单位，好，也就是国防部。好，文化部，来做一个，还有司法院，好，对不起，一共3个单位呢，来做一下简单的，只有5分钟的口头报告，好，只有5分钟的口头报告，好，那这是今天的会议的流程哈，请大家参考一下。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哈。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跟各位来讲一下我们这次的背景哦，在自从民国85年呢。我们制定了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现在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固然有些成果，但是呢，争议不断的也常常发生。譬如说，在法定新建眷舍承购人5年期间不得转售、赠与、交换，然而承购人游走法律，以附条件的买卖契约出售，在满5年后再予移转登记。又例如说，眷村改建条例对于不同意改建的原眷户注销承购权及补助款的权益，亦取消搬迁补助费以及拆迁费，引起民众的怨怼跟抗争，造成我们社会的不安。又有社会文史工作者对充满历史记忆的眷村独特文化应保存、得保存以及传承呢，屡有不同的谏言。但是眷村文化如何定义，却有一些认定上以及执行上的困难。这些事件呢，迭遭监察院纠正。依照行政院101年核定国军老旧眷村改建计划，计划新建改建基地一共有52处。那截至105年3月1日，已经完成改建基地51处，仅剩下台北市政校后勤区改建基地。预定在105年7月完成交屋，现在刚好是眷改基地即将结束，也是要通盘检讨眷村改建实施以来各项问题的时机，所以召开这个公听会，广纳各界意见，
好，这是我跟各位提到有关于我们今天召开公听会的旨趣。那我现在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学者专家。好，那我只按照我这边打勾的部分，没有先后次序。好，来，第一位呢是新北市眷村文化协会的总干事董俊仁先生，谢谢。第二位是国立台东专科学校建筑系，也是全国眷村文化保存联盟召集人副教授顾超光顾教授。大家好。哎，你好。台中市眷村文化发展协会顾问高新华高先生，你好。高雄市自治新村改建基地原眷户权益自救会会长应业台应会长，你好。高雄市自治新村改建基地原眷户权益自救会总干事周培章周先生，你好。好，然后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接仲先生，好，你好。还有我们前立委帅化民帅将军，你好。再来是高雄市国军眷村文化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赵怡赵博士，嗨，你好。还有高雄市国军眷村文化发展协会总干事孟凡恒孟先生，你好。还有台北市九号基地居民权益促进会副会长陈立业会长陈立业陈会长，好，你好。然后台北市九号基地居民权益促进会副会长潘麒麟潘副会长，也是一样吕清德先生邱荣志先生施素玉先生施素玉应该是小姐，好，你好。好，现在这几位哈，好，那其他的几位呢还没有到哈。那我再介绍一下我们政府的代表。第一位是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的法官杨坤桥杨法官，你好。那再来是国防部的常务次长王信龙王常务次长，你好。政治作战局文正国文局长。法律事务司人权保障处沈世伟处长。法律事务司法规研审会戴天鹏处长。政战局军服处房明德房处长。政战局军服处刘冠霖刘科长，好，谢谢。同样是政战局军服处的毛文良毛科长，是，你好。还是一样哈，陈麒麟陈科长，好，谢谢。汪昌明汪科长，还有政战局军眷服务处的法制官柯清达，好，柯先生。还有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的郭小荣组长，嗨，你好。退辅会救养处专门委员陈平陈专门委员，还有专员杨丽珠，服务照顾处科长李玉玺，好，谢谢。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的副局长张仁吉张副局长，还有综合规划组的徐友仁许组长，综合规划组的赵小明科长。综合规划组的助理编审许慈炫，古迹聚落组的专门委员李婉慈，你好。还有林阳杰专员，你好。还有国会媒体小组的黄水潭主任，好。还有介绍卫福部社会司检任视察王燕琴王视察，社会家庭署副署长祝建芳，好，谢谢。内政部营建署城乡发展分署陈继明分署长，好，你好。吕琼志科长，好，谢谢。还有企划组的苏俊荣组长，好，谢谢。都市计划组的副组长廖耀东，好，谢谢。那我们上来参加今天的公听会的与会代表，还有我们的官方单位的代表都介绍过哈。那我们还是一样哈。请每一位发言，政府代表发言五分钟就好。我们先请司法院的法官来做一下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那司法院呢，就这个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的这次的修委员所提出的修正呢，我们基本上呢就是采取这个尊重立法行政自由好的空间。那我们今天呢只是就这个大法官释字第727号解释呢这个所阐述的意旨来向各位做一些说明。
大法官呢释字第727号解释呢，他其实指他的意旨呢是在强调呢，现行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还有他的施行细则呢，没有就同意改建的原眷户，还有不同意改建的原眷户，以及违占建户的这个权益呢，相关的权利义务呢，为合理的差别待遇，那导致呢，本来是合法的原眷户，他只是因为不同意改建，那呢，他所后来所享受到的这些待遇呢，竟然比这个本来就可能是无权占有的这个违占的建户呢，还要这个不周全。那并且呢，他没有考量到呢，这个不同意改建的原眷户中呢，有一些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无力负担自备款，那这个经济呢非常弱势的这个眷户呢，是因为这样的因素呢而拒绝改建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在这个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中呢，并没有特殊的把它列入考量，那导致呢有体系呢失衡的不正义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大法官在最后呢是希望相关的这个机关呢能够尽速的这个来通盘的检讨现行的这个法制的体系，那至于呢应该要如何改正，如何完善这样的制度呢？大法官解释呢，并没有具体的呢说明呢，应该要如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可能呢是删除原有赋予权利的规定，也有可能呢是将原来呢不利对待，将这个不受到不利益对待的人呢，把它纳入呢目前呢有利的规范中，或是重新的呢全盘考量呢这相关的权利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同意改建的原眷户、不同意改建的原眷户，还有违占建户，他们所应该享有的这个权益呢，做全盘呢差别待遇的设计。那在这里呢，大院呢有这个充分的形成自由，所以司法院呢并没有特别的意见。那以下呢，接下来只是就目前所见到的版本呢，在法制上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疑虑呢，来向各位做说明。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这个黄昭顺委员的这个版本呢的第22条第5项呢，它的这个基本的设计呢，是呢就这个不同意改建的原眷户呢，他可以就这个零星的余户呢来这个承购。好，但是如果说参照现行的这个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16条第1项。还有这个国军老旧眷村改建零星余户处理办法的规定呢，所谓的零星余户好像是就看起来似乎是就这个合法的这个同意改建的原眷户以及违占建户呢分配完之后才会给这个不同意改建的原眷户来进行分配，所以他在这个承购的顺序上好像还是排在最后面，那这样子的利益衡量呢是不是相当，这个部分要请这个各位这个与会的人士还有大院来进行斟酌。那如果说没有这个零星的余户可以供这个不同意改建的原眷户架构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还可不可以获得这个补助的这个购材款，这个从条文上是其实看不太就是看我们担心会有这个疑虑啦齁。那还有就是这个草案中啊，这个22条第5项的草案中啊，他有讲到，就是不同意改建的原眷户可以以这个完工的决算价来架构。那这和现行的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23条第1项，所讲的这个违占的建户可以以成本价格来架构。那一个是成本价格，一个是完工决算价。那这两个名词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差异？这部分可能是需要再厘清的。那另外就这个王定宇委员的版本中啊。第5条第2项的部分，这个从他的这个用字遣词，还有他这个立法说明来看，应该是针对原眷户的子女及配偶啊，承受原眷户的权益时，应该由这个主管机关审酌一定事项来予以核定。那如果是立法的原意是这样子的话，那在这个条文的文句上，可能有些地方可以再做调整。那这部分文字上，我们已经有提出，今年有提出书面的报告，我们就不再赘述。那至于其他委员的版本呢，我们司法院对这个各位委员，还有这个今天与会先进的讨论，我们这个抱着这个参考的这个的心态，我们来这里聆听大家的意见，谢谢。好，谢谢法官刚刚的发言哈。那第二位，我们是不是请国防部的代表来做一下5分钟的报告？招委、各位学者专家、捐户代表，还有各机关的代表。今天国防部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有关我们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的公听会。那么眷改条例，就正如刚才主席所报告的，我们从85年执行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时间。
那么期间也承蒙委员还有许多的先进学者各界的一些指导，那么长期对我们眷改的相关事务的关心以及支持，那么在此啊，代表国防部表示诚挚的敬意以及谢忱。那么今天公听会，那么事前所给我们的研讨议题有三大部分，那么包括了眷改后续的有关法律的争议部分，另外就是有关眷村文化的保存，还有就是军宅购买的一些争议，那么三大部分。那么国防部的立场很清楚，因为受限于现行的法规命令，而且基于依法行政的立场，同时我们也考量到公平一致性以及在有限的资源下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等相关的因素，所以未来如何有效的推动眷村改建的工作来解决现在的一些治碍的问题。那么我想今天透过公听会，那么经过我们所有的专家学者委员提出的这些相关建议以后，我想我们未来会召集相关部会以及本部的业管单位来共同的一个研讨。我想我们研究出可行的一个方案以后，期望能够尽快的把眷村这个条例所立定的这些工作事项能够尽早的去完成。谢谢。好，谢谢国防部的次长做了报告。那再来我们是请文化部好吗？谢谢。主席，各位这个专家先进，各位大家早安。那文化部仅就今天的议题针对文化资产保存法以及国军老眷眷村在眷改条例如何来落实眷村文化保存的这个议题跟各位来做很简要的一个报告。那依据国军老旧眷村这个改建条例，我们国防部以及这个文化部在1998年就共同来发布了国军老眷眷村的文化保存选择及这个审核的办法。那在101年的时候的3月27号就选定了13处的国军老眷村的文化保存区，总共有这个13处的地方。那依照这样的一个眷村改建条例，我们就编列了眷村的改建基金，那作为国军老眷村的一个文化资产保存的开办费用，那由地方政府了依照眷村文化保存计划的这个规划基准来负责来管理维护及整体的开发营运的一个计划。那第二个，文化部就补助了这个县市政府进行了眷村文化资产的一个清查。那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那我们已经审议指定了登录了大概到目前有39处的眷村具有文化资产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的那我们也大概很落实的依照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的相关的一个法规来做的相关的文化资产的一个维护工作。我想这是一个两个依照文字法以及眷村镇管条例的一个部分来做的两个一个法系的一个工作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做了两个跨部门的一个落实工作第一个就是成立的国军老眷眷村文化保存与活化的工作的整合平台这个平台主要是来能够来推动眷村的活化以及保存的一个工作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也这个来成立了一个全国的眷村的文化保存的辅导团那这个部分主要是来协助地方来推动眷村文化保存的工作那主要的是由国防部以及文化部来共同来成立的一个辅导团队那我们今天大概也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明会的方式能够来听取各位的意见能够共同来这个两个部会之间跟地方政府的协助之间共同来来能够共同来保护或保存的眷村的一个文化的资产共同来维护我们共同的记忆跟资产以上是文化部的报告，谢谢。好，谢谢。那有关于内政部营建署跟财政部还有卫福部的书面意见为准，我们就不多浪费时间好，那我们现在呢，按照有登记发言的这个次序请我们今天与会的专家学者呢，在我的右手边这边来发言发言时间是5+2。那第一位是我们先请这个应业台自治新村改建基地原眷户权益自救会的应业台先生好吗？请。是那个对不起，我先跟各位与会的这些学者专家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的公听会呢会有做现场的电视哈的那个在我们立法院的转播，所以很多委员都会看到。那有问题，他们等一下要举手发言的话，就到现场哈，然后也做完整的会议记录哈，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先请应先生，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们，我是高雄市自治新村改建基地援眷户自救会会长应业台。今天主要是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是我们自救会眷村里面面临的一些问题跟一些建议。首先我要说明，我们左营地区眷村遭注销眷户权益的有129户，这129户都在诉讼跟强制执行之中，那个细节请参考附件一。在这种状况之下，眷户面临这个多年的诉讼，这个诉讼长达有5年到10年了，很多眷户啊无法承受这个压力，情绪都已经失衡了，甚至有些我可以讲说是抑郁已终了，都已经等不到了。都已经这个过去了，所以我们本会对这个贵委员会这一次召开这个公听会，广纳民意，听取眷户的心声，由衷的表达感谢，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表达我们的意见。那我现在就仅对讨论提纲一简要的报告如下：第一个是不同意主管机关得进行注销其眷户居住凭证及原眷户权益的规定是否违宪？这个刚刚司法院的相关官员也报告，就是说，首先这个注销原眷户权益跟这个是没有违宪的，跟平等原则无违平等原则没有违宪。但是你原来是合法的这个原眷户，只是因为你不同意改建，结果什么都没有，比违占监护还不如。这个是这个权益这个法益均衡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部分要修法。那我这边特别要讲，就是说，不同意改建，他是不是真的不同意改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过程或者很多因素造成他不同意改建，有些是误解，有些怎么样？所以并不是说是他是真的是坚持，就是说我就是不改建。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可以这个进行了解的空间。第二个就是说，眷改条例22条虽然说是这个你可以注销，但它有一个得字，换句话就是说，它也赋予主管机关，就是说你有行政裁量，你如何对于这个不同意改建来处理，你是有行政裁量权的。更何况在眷改条例里面对于不同意改建户的定义跟处理的方式没有任何说明。那当然，这个眷改条例是眷改的母法。那主管机关被授权，就是说可以订执法的这个相关规定。那在执法的相关规定里面，唯一说到什么叫做不同意改建户，它就是第一，就是说的，如果你在法定认证3个月时间之内，你没有提出没有缴交改建认证书的，这个是视为不同意改建，或者你在认证书里面你涂改修改这个内容，也叫做不同意改建户。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阻挠改建这一方面这个情势，那我也把你当成不同意改建户。只有在这个执法里面，它这个叫做办理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注意事项，在这个规定里面它讲出来什么叫做不同意改建户。但是这个规定呢，因为它是布令发布生效，而不是没有公告也没有通知到眷户，就是相关人，所以眷户基本上来讲他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同意，他还认为说修法完了以后，这个通过以后，他就可以等着那个了。第二个就是这里面产生这个就是一些争议第二个我要讲就是眷户现在面临的现实的困境，就是诉讼的问题。希望这个诉讼在这个修法完成之前，这个过滤期间能够停止诉讼进行协商。第三个我简单讲，就是说这个有关于这个修法的问题刚刚这个司法院也解释，就是说比原来违法的违占监护都还不如，所以基本上修法用情理而言来讲的话，就是应该就是说你要以违占监护的基本权益，包含成本架构
啊，包含这个拆迁补偿款，然后再辅以一些配套措施，比原来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违占迁户要好一点。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情理商量，是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贵委会能够对于这方面能够促取相关单位，能够跟眷户进行了解，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能够圆满的达成这个眷改条例那个。最后我只讲一句话，就是说眷改条例施行到现在安置了70,000户，现在只剩下不到300户，换句话完成率已经到了99.5%，只剩下0.5%不到的眷户。这个事情我想怎么样都能够用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整个眷改就圆满的完成了。希望主管机关跟贵委会就这一方面对不对啊，能够进行就是说进一步的磋商，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啊。那有关这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做详细的报告，请各位参考这个书面资料。希望有机会将来继续跟国防部跟贵委会请教，谢谢。好，谢谢。那我们第二位呢，就请台中市眷村文化发展协会高兴华先生。主席、与会、各位先进、各位贵宾、各位委员，我是台中市眷村文化发展委员会协会的顾问高兴华。民国92年，我就得到立法委员卢秀燕的帮助，那么进行眷村文化的研究。当那时候军方他们的看法可能跟我们一般民间的想法不太一样，所以我大概花了不少冤枉路。那么95年，有9位我们在立法院这个邀请委员来参加眷村文化保存公听会。如今只剩下我跟董俊仁兄两位了，其他几位可能都或多或少有受到一些这个他们个人的想法不同。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个人在这一方面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也花了不少的时间，甚至个人花了不少私人的经费来买这些眷村文物。我个人的认为心得哈，各县市眷村文化保存，那么或者说文化馆，请不要再 OT 委外了。我这方面我有非常这个惨痛的经验，因为好多县市啊，他们要展览文物的时候就请你帮忙借完展览结束之后就走了，换下班另外一个委外单位来，他又重新来，我们永远就是义务提供东西，但我们不好名，但是我想要说，你们那个叫做做出来标出来的眷村文化，那是没有意义的。可以各位可以看看很多县市每年眷村文化节招标，他就有个公文出来，一定要打某某县市政府文化局指导谁执行，然后呢，以为眷村文化就只有包水饺、馒头这样子而已吗？不是啦，哈！我在这边跟各位吹个牛哈，我和另外两位眷村先进啊，老大哥，我们自费这些年来这两三年，我收集了非常多的照片，买的照片、扫描照片，我们自费印，只送不卖，送各大学的图书馆2本眷村文化，大概从1938-1939年一直到民国60年代以后，眷村照片通通有了。那眷村文化是延续的哦，我们现在保存是以前的，那以后如果还有眷村的话，还要继续进行。所以怎么样继续保存，不能光只是停滞在某一个部分而已。哦，那我今天不占各位太多的时间，个人大概才疏学浅，可能措辞不当，请多多包涵，谢谢大家。好，谢谢。那我们请新北市眷村文化协会董俊仁董先生。主席，还有各位与会先进，大家早安哈。我是新北市眷村文化协会的总干事董俊仁。那我自己本人不是眷村人呐，哈，我也不是外省人，那我是一个本省人哈。但因为我们在三重哈，要保存空军三重一村的关系，已经做11年了。那所以在这11年里面，也跟各界哈，不管是舆论啊、立委、议员、县市政府、国防部、文化部，大概都有接触啦。那这时间也很感谢各界的支持哈，让眷村改建也可以在96年有修法，然后做保存。那所以我个人大概会以这些年的经验哈，我会提出就是。我们认为说，其实眷村它大概是用一个台湾的历史来看是非常珍贵啦，那所以不管是眷改或眷保，它其实应该都要正面来回应社会各界，不管是各个族群或各个世代的一个观点来争取支持。
让那个政策让资源都可以继续的挹注，让眷村成为台湾一个重要的历史跟文化资产，我想这是一个前提，就是眷村文化政策应该要先厘清。那第二个就是说眷村保存，其实它延续眷村改建，不管旧制或新制，其实同样面对或者是承担这样一个脉络，不管它是包袱或者是它是一个政府施政的一个好处，它其实各个族群大概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是延续第一个观点，会认为说，其实这个还是要在立法院这边做一个好的讨论，让眷村成为不同世代跟族群都喜欢，不管是现在的电视剧，或是之前其实非常多都是用眷村的场域或用眷村的故事在做这些推广。那第三点是，其实台湾现在的眷村保存从900处的眷村大概目前拆迁到只剩下50处了，不管是不认证的，或者是已经成为保存区的或文化资产，我个人都觉得说非常珍贵啦，因为只剩下50处，从900到50，其实非常珍贵，所以这50处我是希望说各界其实应该都要正式去面对它啦，不管是它是不改建的，或者是已经成为文化馆。那至于它的活化和保存再利用，其实方向应该要开放，不管是从博物馆到文化园区、文创园区、地方文化馆、活保存或眷村续住，希望各界都能够用比较开阔的心胸来支持它，让这个时代不要因为说眷改条例就突然把它给结束掉，那我想这个事情是一个重要。那另外我们在书面意见有提了几点，第一个就是说对于眷村保存的这个部分的资讯，希望应该要透明化，不管是开放政府或者是其实现在的趋势大概都要透明化。那我知道说现在文化部跟光部有非常多平台在执行，但是这部分的资讯目前还没有透明化，希望它能够在网络上面透明化，让大各界都可以参与 和了解。第二个是说现在的平台它的 能动性是不是够。那以前我们回顾在95年、96年的时候，李文忠委员跟文资总处那时候其实做非常多事情，包括现在的眷保其实几乎都是在96年，那时候还有各个党派非常多党派还没立委减半的时候，但是都能够修法通过，其实证明说那个时候的平台其实非常有效率，能够争取到社会各界的支持。那第三个是说现行的这个托管规定其实成为地方政府作为跟不作为的一个托词啦，所以 我也 会希望说其实我们在托管上面能不能更放宽，针对眷村文化保存的这些个案特别给予支持，让地方政府不会再有不作为的理由，把它都 推给托管说只有半年，或者说不能营业不能盈利这一部分。那第四点是容积移转，其实眷村土地都是国家的资产，那至于容积移不移转其实都是政府的钱，那但是现在从96年修法到现在104年，为什么眷村保存很难推，其实主要都是容积没办法处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应该突破。那第五个就是说建议光部在眷村文化政策上面要厘清，从国家眷村博物馆、从慈善保存区、从慈善各个文化资产这边能够就光过全民国防教育或是现行的这些政策还有资源能够重新定位，让资源妥适的运用分配，让这个眷村文化可以成为国人互相去交流跟认识的一个场域。谢谢。好，谢谢董先生。那我把接下来要发言的五位名字先念一下了，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不好意思。接下来要发言是我们台东专科学校建筑系的顾超光教授。那再来是帅化民帅立伟，还有接种先生赵怡先生。好，那到赵怡先生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先帅化民立伟结束发言的时候，那个陈廷飞委员要发言。好，那我们先请顾超光顾教授。主席还有各位前辈先进大家早安。那今天我来这边有提供一个书面资料，就是全国眷村文化保存联盟的这个书面资料。那这个资料其实是在我们去年我们联盟在开会讨论的是有大致上拟定所谓的十大宣言，那后面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跟附件四，这个是最近我联络南部的一些眷村的伙伴们他们提供的想要表达诉求的一些意见那我这边就第一页里面我大致上把我们这个10项的这个建议大致上陈述一下。
第一个就是国防部已经公布了13处的眷村文化保存园区，那这个后续的作业，它的平台在哪边？是不是国防部跟文化部要建立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平台？那刚才有听到国防部他们已经诉说他们已经成立这个平台了，那我们希望是不是有一个咨询委员会或是定管控的机制，然后如果有一些自爱难行的个案，可不可以 提出来看看怎么样解决？那第二点就是13处眷村文化园区的开办经费明显不足那影响各个地方北中南这些眷村文化区甚至离岛的这些园区的一些运作情形那这个经费是不是可以相对的做一些挹注，然后另外也可以考虑整并到文化部实施多年的地方文化馆这样一个计划里面就是两个相得益彰。那第三点，13个眷村文化园区其他的除了这个些之外，那其他的是不是都变成孤儿，都被遗弃掉了嘞？就其他的眷舍跟眷村主题馆这些是不是都没有纳入的我们希望其他的这些跟眷村有关系的、跟眷村文化有关系的东西，是不是都可以纳入，而且都纳入在眷改基金补助这些范围里面那第四点我们根据这是过去这几年这13处眷村文化园区保存的经验里面，我们希望这个文化保存应该避免朝向商业开发，因为商业开发之后原有的眷村文化精神已经丧失了我们希望还是保存眷村文化的核心价值在里面。第五点那也建请建立眷村文化保存的资料库这边都有讲。那我想资料库是不是应该以文化部为主，而不是以国防部这样一个资料库那第六点，政府跟民间共同提出了眷村文化愿景跟眷村文化的政策那我们希望纳入这个政府里面的专责组织里面。那比较重要就是未来的一些经营管理的机制，我们想也应该定相关的一些方式或办法。那第七点，我们也考虑到眷村文化的一些永续性也就是说在眷村的第一代、甚至第二代慢慢的在凋零的时候，它的永续性是在哪边所以我们希望提出眷村续住机制的规划跟做法。那续住的机制里面，其实一个是我们考虑到13个眷村文化园区，那第二个就是我这边有列入这几个村，它目前就是在抗争当中那当然今天这几个村可能都会有一些代表过来了他们会陈述他们意见，例如左营明德建业、冈山的乐群，冈山乐群村可能这一次没有邀请他们来然后凤山的菊光山村也是没有邀请他们东港共和村，我想这些他们都要争取保障他们自己的权益续住的这样一个权益麻烦能考量进去。那第八点国防部开放国家型或旗舰型的眷村文化园区的话，那这样的遴选机制或是不应该只有片面的希望能够全国的纳入参考。第九点就眷村文化资产涉及的都市更新促参法国土正义课题，应该广纳全国民众尤其是眷村民众的意见定有效机制。那对第十点有关眷村文化的资产，不管是有形跟是或是无形的希望能建列册持续追踪那我们根据过去这几年经验，因为有些文化园区里面因为遭受火灾有些珍贵的文化资产都被毁灭掉了，我们也希望订定灾害紧急处置的一些办法以上报告。好，谢谢各位。好，谢谢顾教授。那下来我们请帅化民先生发言。赵伟，因为我觉得这个发言是三个题目我都一直通通说可以向你多要一分钟的时间首先我跟各位报告，我从眷村长大，对眷村文化也相当有个了解。今天这个第一个视线的问题就所谓钉子户的处理问题。钉子户有两种，一种因为国军的每个军种的眷舍大小不一样，我们陆军的可能就早期的只有17坪，
那空军跟海军有的地方呢，它可以还有院子一两百平，所以这个补偿办法、撤迁办法里边就会引起很多人的问题。今天讲良心话，你注销他的这个建设的所有权，这是不合法的，这是行政措施里面为了让眷附处里面去萝卜跟棒子两个来做，这个注销是不对的。但是呢，如果说当年住过大面积的眷村，今天要求的补偿跟所得比，乖乖迁出去的人，小面积的眷户来讲也是不公平啊。里面有80%-90%，一个命令他就搬家了嘛。那不搬的人呢，如果今天所得的补偿比那个还多的话，你对前面的80%-90%这个政策的延续性是不是有问题？第三一个，你要考虑国防部他有没有能力处理，因为现在所有的改建的建设只剩下那个标鱼户，那你要配给他们的话，他更不高兴。所以是不是请招委考虑一下，我们未来行政权跟立法权都在贵党手上，是不是让左营或者那种靠近蛋黄区里面，他将官的就给他37坪，校官的就24坪，我们公平的给他一户换一户，然后超建的补偿也按照以前的超建补偿，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第二个，国防部也可以延续发展。至于那种实在没有钱购买的少数的贫弱之户，我们国家不是政策有以屋养老吗？用这种方式也可以。至于那个国防部处理不了的那个零星的那个散户呢，由法院标售嘛，也可以回冲到这个基金上。第二个讲眷村文化，我觉得国防部只有4亿的这个资金，你现在13个眷村要去弄，还有很多县市还要增加，我请问是不是又要制造了很多的文字馆？你怎么让它永续经营？所以我在这边可以建议大会里面考虑一下，眷村文化的保存必须有强烈的有历史性的眷村故事。你譬如说空军黑猫中队的眷村100多个死的，那叫寡妇村，他对国家的贡献，你是不是要用像博物馆一样的方式让人家进去看的有东西？你如果13个各县市还要增加26个，不管观光客来看都是一样，那个破烂房子又没人讲解，我到韩国文化村去看，里面是穿的古代的衣服做生活作息，把古时候的韩国一个村子里面的文化展示给你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眷村文化村是不是要有军种？你13个减为一半6个，军种里面有特色的眷村全力投资把它做好。空军的二空今天香肠腊肉变成一个眷村美食的一个中心，用这个那你去做一个永续经营，你这个对国家死难很重的空军的这个寡妇村，那你就用这个历史故事让它做，这个才能够凸显眷村文化。不要像刚才那个人讲的一样，要开展了地方现实是借一套东西来摆一摆，我讲老实话对我们后人没有启迪作用。第三个，军宅购买，军宅购买，我自己在各眷舍里面住了10几20年了，他买的时候是为了解决住的问题，到后来他儿女长大了不够住了，他势必要换房，所以这个买卖是他个人，国宅也是他花钱买的。如果说大家要穷5年这个当初这个闭锁期也是防范这个图利，但是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这样讲，以后你房屋是不是要走向这个实物报价？我今天900万买的，市价值1200万，那将来我买卖的时候政府补贴我这300万，你怎么样回收？这样就公平了，你不要去限制他的买卖权嘛。今天讲良心话，这个标题就是为了王如玄的案子再拿出来再后续再打吧。那在法律上他合法，但是道德上他欠缺，
所以以后是不是可以想一个新的办法？今天国家补助你的国债，是等于给了你200万、300万的便宜价格，这是国家给你的。你将来要卖，这个是不是谁的缴回这个国库？我不妨碍你买卖自由嘛。所以今天我们考虑这个军券修改条例啊，我最后一个呼吁。就是说今天这些东西里面有牵涉的很多单位，不是眷服处眷改处一个单位能办得了的。你这里面有文化局的，有文创的，有内政部的。今天只是大家委员可以说到眷村里面讨好某些这个选票啊，我法院去查封的时候我还可以去把它延下来。那眷服处他哪有执行公权力的能力？所以将来要真的做一个完整配套措施，我呼吁、啊、这个里面是一个联合小组来做的，法律的、内政部管理的、现实发展的、国防部的，你这样子才能够建立一个我能够执行、我可以执行，也让人家眷户心甘情愿。所以讲说现在所有和行政院核定的13处已经盖完了，是不是处理左营的这些，你不能让他原来住的这个很好的房子现在平平白白地交出来，当然也要给他一个合理的地区、合理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不要是拿这个标语户的零散户去搪塞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走向正确改革的方法。谢谢。好，谢谢。那我刚有提到说我们有几位立委要发言哈，那现在是陈廷飞委员发言，以后是林长卓委员哈。哦，你们要交换。好，林长卓委员先来哈。那发言的时间也是一样，跟学者专家一样是5+2。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公听会，所以委员的发言没有对官员质询。好，那我们先请林长卓委员。先跟我们那个9号基地的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对，那就因为。等一下，因为我今天本来还有原定一个那个政策的研讨会，那所以等一下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到这个公听会结束，但是我们有3位助理都会在现场，那把一些我们关注的一些方向能够希望可以确认下来。那我在这边其实主要因为在我们九号基地里面的所谓的违战建户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背景，那如同在几份文件里面看到的，他可能是不同意户，然后现在他是全面所有的相关的权益都没有了，那另外可能是所谓的违战建户等等。那在这边我只希望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国防部还有以及相关的几个部会朋友们，那大家同仁们，大家可以我比较担心的是还是因为用跟当初江宜桦他的那一个概念一样，就是说，那个居住权违战建户是没有居住权的。那我希望，之后也经过很多学者，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签订的两公约里面提到的居住权，它是包含在所有住在那边的人。那个居住权是没有这个是不是违战建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要举一个可能发生的现象，就是如果按照之前我们有邀请国会联络人，还有负责这个相关眷改政策的一些部门同仁来跟我们报告的时候，如果他对于九号基地的了解只是某一部分人、少部分人为了商业利益，所以硬要在那边不走的话，那六月份要他们这个断水断电，一定要这个强拆的话，那就是侵犯了居住权，因为你事实上并没有真的了解里面每一户的状况，你也不太了解他们之后，事实上他是不是符合现在法定上面的弱势哦，或是等等其他的这个健康啊，或者身心障碍，这其实是两件事哦。你如果又把它调到另外一个确认说，我要先确定他是身心障碍或是弱这个低收入户，那我才不会拆他。剩下来的人他还是没有居住权，你的概念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是跟我刚刚讲的上一个问题是一样，居住权是没有他是不是弱势到是法定的弱势，也没有是不是这个身心障碍到是法定的身心障碍，只要他还没有落脚的地方，而且他欠缺寻找落脚地方的能力，你就直接请他
什么时候你会断水断电，然后直接用公权力把它拆走，让它没有地方住，这就是侵犯了 他的居住权。所以我很希望国防部在这一段期间能够重新思考，就是过去这个政府他可能签了两公约，但是他对两公约的人权到底是什么不太了解。那我希望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除了我们现在上面国防部的报告里面提到，大部分是说因为他已经不符合什么了，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个没有违法，不符合那个了，所以我们这样弄其实是没有违法的。反过来去想，就是站在我们两公约的角度，我们怎么样是保障他即便在法律上面因为我们法律的疏漏所以没有去保障到他，但是我们怎么去作为保障人权的一个政府部门去协助他，不要用反正他是在现在这个法律上面是违法，所以我们猜他没有违法，而且他又不是法定上面的穷到这么穷，老到这么老，身心障碍到这么身心障碍，所以他就算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我把他赶走了就没有侵犯居住权的问题，不是这样子的。我希望大家可以重新改变一下这样的思维。那如果国防部自己能力上面有一些问题人力不足、资源不足，我相信找当地台北市政府的社会局还有相关的局处，应该要一起协调出一个机制。那确定里面每一户，因为我已经确定过，九号基地里面还住在里面，真正是为了商业利益不走的，其实是少数，就是在中华路上面的那几户一楼的人而已。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后面里面的都先确定他何去何从以后，那再来进行下一个步骤，那不要拿法律的疏漏来当挡箭牌说反正我现在拆下去违法不违法不关我的事，事实上也没有违法的问题，他们去哪里住是台北市社会局的事，我希望不要用这样子推诿卸责的这一种习惯。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那我们重新思考为什么这个政府曾经签了两公约，那我们真的去好好的按照两公约的精神来去做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一次很大的改变。谢谢。好，谢谢林委员。那我们请陈廷飞委员。那陈廷飞委员发言结束以后，我们还是一样继续请五位专家学者，然后再让我们委员发言。好，谢谢。谢谢主席哈。我的选区基本上算是在眷户改建完之后，算是比较集中的哈。大概长荣大道、实践国贸，几乎都是在我的选区当中，那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可惜，也就是说当时候在十八九年前开始在做眷村改建的时候，我们在当地我们没有保留我们应有的眷村文化，这是我觉得一直都觉得非常可惜的地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没有看到说我们真的我们的眷村历史文化的遗址跟遗迹完全都被拆掉了。所以当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的感受就非常的深，尤其现在在我们整个国军老旧眷村的一个文化遗址的一个指定部分，台南也只剩下一个自开新村。这个自开新村是目前因为水交社的一个改建，所以大家开始在提出所谓眷村文化的保存，才把它可以保存下来。那么我们预估在自开新村2.2亿，可是我们国防部才编了3.4亿，那我们就不知道说那其他的部分要从哪里来，从文化部吗？文化部现在暂时也是7000万，那其他就是由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有能力吗？那如果说在整个眷村改建的一个状况跟文化保存因为经费的问题而没办法把这些实质的遗址把它保留下来，那是不是很可惜？所以我们必须说国防部跟文化部到底要怎么在我们眷村活化与文化资产保存当中来取得平衡，甚至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眷村推动的角色。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眷村文化的活动就是好像包水饺然后馒头做馒头，把眷村的一些过去大家的一些在食物方面的记忆把它引发出来而已，
但是实质的文化价值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真的认为说，国防部跟文化部其实在我们眷村文化这一块，不是只是把它设定为你就是一个文化眷村文化保留的遗址，然后钱给你了什么都不做。所以我们认为它的扮演角色非常重要，这是我对于眷村文化的部分。然后另外是对于所谓的违建户、违占建户跟原眷户的部分，其实国防部现在对于原眷户也好，还有违占建户也好，都是以一种提告的方式，这是我非常没有办法认同的。提告完之后呢，是我们政府编经费、编律师费，然后给了国防部去对我们的民众提告。那结果呢，谁输谁赢其实都是民众输。所以其实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啦，一直搞到现在，他是原眷户，他是原眷户，当时候必须在眷村改建的时候，他有权利可以得到分配。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居然没有办法收到通知书。我们也知道说，当时候在自治会都是由自治会来协助，很多的 小孩子都外出了，然后外出之后就是委由自治会来协助管理。可是在这个时候，自治会拜托，因为老一辈的都过世了，然后拜托自治会能够来通知他的儿女回来做继承的动作。可是就那么刚好，在这个权益可以诉求的时间，居然通知书都拿不到，都拿不到。原因是什么？名字都错了，名字都错了。可是最后在权益时间过了之后，这一张通知居然收得到，我们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在整个权益时间之内通知书寄不到，权益时间过了通知书都收得到，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觉得说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可是呢，现在我们的国防部只有说提告啊，提告啊，这怎么提告？怎么提告？所以真的我觉得说，很多的眷户，不论是原眷户或是违占建户，违占建户基本上对他们来讲，他们也觉得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在这里，只是他们可能当时候在很多的权状资料没有，是实质可能在第一时间完整的资料不足，或是没有办法取得跟原眷户的那一个承租资料，所以变成是违占建户。可是违占建户他的权益还是一样，每一次跟我们国防部谈，国防部就说那就提告啊，所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案例。所以 我觉得啦，国防部应该放下自己本位主义啦，怎么来协助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办法得到权益平反的这些，不论是原眷户或是违占建户，给他们有一点他们可以来协助的空间，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不是说今天我们就是用法很简单，对国防部很简单，编了经费，编了预算，请了律师，不要忘了这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来告我们的台湾人民。然后最后呢，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公听会，我们可以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我们希望能够来协助更多真正不论是在眷村文化保存这一块，然后还有在整个包括原眷户或违占建户过去曾经权益受损的部分，可以得到一些协助跟帮忙。谢谢。谢谢。那我们接着下来请另外请专家学者来发言哦。先请接种是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高级助理研究员接种先生。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前辈先进、各位官员，国政基金会接种针对今日公听会所列的提纲，简单表达几点意见。第一个，针对提纲一的部分，那个大法官释字第727号虽然表示说与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没有抵触，但他也特别提出了相关针对不同意户的权益
事务较为站街务所设待遇更为不利的部分，相关机关应该尽速检讨改进。所以建议国防部应该依照解释文的精神加速进行处理，特别是在这些案件里面所涉及的个案，它的太阳有很多，而且许多已经经过了好几年，而且有些当事人甚至已经不在了，所以其实要处理的问题跟太阳非常的复杂，希望国防部尽速提出他们的修法版本，或者至少整理出一个相关的修法意见与相关委员的提案并案处理，这样子才能够比较完备。那针对目前就是因为在没有新的建改建基地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有一些余屋不足的问题，那我也建议国防部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如果建改用地透过参与都市更新的方式所分配到的房舍，也许可以优先让这些被恢复资格的原建户或者是一些违建建户，让他们有个机会可以优先去承购，因为在没有新的建改案子的状况之下，国防部还有可能透过这个方式来获得新的房子的机会，可能就是透过这个参与都市更新的方式，这个请各位委员跟国防部的官员参考。那在眷村文化保存的方面，其实现在目前面临比较大的问题，个人认为其实还是它成立之后后续经费后续的维护管理，它的经费从何而来，那这个不论对国防部或对各地方政府来讲，其实都是一笔蛮沉重的支出。那个人建议委员跟国防部的官员可以依照第八届陈碧涵委员的一个意见，就是他建议是说请文化部向行政院争取一个连续型跨年度的连续型的计划，用争取一笔经费，用专案专款的方式协助地方政府推动眷村文化的保存与活化，这样子可能比较能够让这个眷村文化保存的工作维持的比较长久一点。那针对提纲三的部分，个人是看到的在现场王委员定语的一个修法版本，但有几点意见请委员们参考，也请行政官员看好。就在王委员的修正条文的第五条第二项，从那个王委员的修正条文的说明里面，感觉上他是针对原眷户可能死亡之后，他的配偶跟子女在继承的时候，他希望主管机关能够去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审核。但在第二项的文字里面，前向原眷户承购及其配偶、子女等等，感觉上好像这个时候原眷户的资格也放在审核的项目里面。对，这个部分可能要请委员们协助厘清。那特别是在这边第二项里面提到是说，主管机关在审核这些在审核一些条件，核定这些没有承受权益的必要的时候，未配受者其相关权益由其他原眷户依序递补，这个也许还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在接下来已配受者，主管机关于返还自行负担部分加计利息之金额后，收回配受之房屋及基地，因为他这边又没有定个时间点，所以这如果按照这个条文通过的话，会不会发生一种情形，就是说有些已经完成改建二三十年的、三四十年的，例如像万华区的四四南村，甚至于成功国宅，还有那个青年新城等等，他们可能原眷户房子已经经过了好几手，现在住在里面的人可能早就不是眷户了，或者是原来眷户已经往生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又要求国防部去审核他们原始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资格，这会不会反而衍生出很多的争议？因为现在的像四四南村也好，青年新城也好，大有很多的住户其实已经不是当初的原眷户，中间也经过好几手了。因此，若按照这个条文通过，会不会在执行上，或者在相关的法律权益上，会产生新的困扰？这个部分就请各位委员跟各位行政官员参考，谢谢大家。好，谢谢。那我们再下来请高雄市国军眷村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赵怡博士。主席，各位女士先生，我代表高雄市眷村文化发展协会来做报告。我想我是在左营眷村长大的，
先父在民国37年就进入了左营眷村明德新村，我们全家人在那里住了19年，五个兄弟姐妹都经过军方办的幼稚园和海军子弟小学和中学成长啊，一直到了上大学到台北，所以我们对于左营眷村都有非常浓厚的情怀。2年以前我加入到这个协会，担任理事长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偶然回到左营以后，发现我们有地方部分的父老和兄弟跟国防部在诉讼，那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惊讶很痛心，因为平良英说眷村的子弟受了父兄的影响，我们都是敬爱国家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那么国防部是眷村的大家长，为什么两边竟然这个产生了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对抗，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尽一点力量来做协商，能够希望能够习送解分。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一部分当地的居民希望把左营的眷村有一部分比较完好的建筑物保存下来，做一个当年这个烽火岁月的缩影，我个人是非常赞成，所以因此呢虽然我不再住在左营呢，就加入了这个协会。经过2年来的折冲奔走，成果非常有限，毕竟人为年轻啊，这个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我们立法院召开这公听会呢，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应该持续的举办，让眷村的居民的声音能够传达出来啊，所以我想今天是一个依法严法的场合，但是呢因为时间有限，我还是用白头宫女的身份呢来表达一点眷村人的心声。所以针对议题上的两点呢，第一个就是关于纠纷的问题，第二是关于文化传承的问题，我表示一点意见。我想最近社会上对于国军的这个批评很多，在这里啊，我希望啊，朝野各界应该重视一个事实啊，这国军呢，它基本上不是台湾的负担呢，它是台湾的重要的资产。大家我们看到有些报章杂志上竟然说这个当初百万大军来台湾的时候，造成了台湾很大的负担。国军在大陆上战事失利，可是他却成功了保卫台湾的生存发展。从古宁头战役、823炮战到86海战，还有很多的空军的这个英雄们，海军的侦察营，这个三军将士戍守前线，出生入死，换来了台湾几十年来的繁荣。我们的教育普及、经济的发展和今天安和乐利，出力最大的是三军将士。可是，在台湾经济发展成功以后，我们的财富重分配里面，国军和他的家人是所得最少的。他唯一得到的一个具体的资产就是那栋房子，结果他现在被逼得无路可走。所以大家如果从这一点来想想看，如果我们谈转型正义，难道国军眷村里面的过去跟现在的对比不应该列入转型正义里面讨论的一个议题吗？那么更何况我们讲说台湾从1965年86海战以后，据说光华计划就停止了，也就是我们的政府已经革新保台了，不再反攻大陆了。可是大家想想60年代是什么时代，那个时候我在读高中，我们在左营眷区里面还是整个带弹准备直捣黄龙，整个国军和他的后代都是被蒙蔽的一代，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再反攻大陆，可是我们还是坐军车唱军歌希望我们的父兄带我们打回大陆去。为什么这些人赖着眷村不走？因为他没有选择住宅的自由权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购产自产即使家里面有了存钱也不可能，因为要反攻大陆。第二个呢，身为军人你不可能去自私产，所以他在赖着眷村里面。谁要赖在左营那个眷村里面呢？如果我们早知道不反攻大陆，台北随便买两栋房子，今天大家身价也不同了。所以大家如果不把历史拿出来摊开桌面上研究的话，我们只完全是看到依法行政。我在这个折冲的过程中，我们的官长们动辄就拿依法行政来堵住我们的嘴，好像我们是违法乱纪的分子一样。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在社会上，年轻人不了解，可是我们上一代的人要把历史的真相拿出来。关于文化的传承，光以左营基地来讲，历次60年来两岸之间的作战，左营基地无一不语。我们上课上了一半的时候，还要跑到码头上去看被这个中共的船只打得遍体鳞伤的船拖回来，所以都历历在目。这一段历史
这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我们把它传承下去，让后代的子孙知道我们过去国军辉煌的这一段历史，那还有什么文化比这段文化更值得我们保留的？更何况中原文化，100万大军和他的家属到了台湾以后，进入了台湾的社会，把台湾变成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一段东西不把它保留下来的话，所以竟然我们要把房子拆掉去换回一些钱来。我还曾经问过我们最高当局说， 你卖那么多房子不保存这个文化下去的话，你这房子的作用是什么？他说我们可以赚很多钱，赚很多钱干什么？去买军火。这简直听了我们是心里面是非常痛心，而且是非常愚蠢的和无知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把少部分的眷村能够把他的文化传留下去，告诉我们子孙，告诉外来的人，甚至告诉大陆的观光客，说我们台湾的军民当初团结一致的那个年代，我们把中共的解放军驻这个挡在台湾海峡以外，才有今天你们所人人称羡的台湾，所以台湾的人才变成最美的风景。这一段历史，我想希望立法院诸公，还有我们朝野的这个主管官署，还有我们的社会人士，能够大力来支持这个眷村文化传承的工作。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再来请孟凡恒理事长，他是高雄市总干事，国军眷村文化发展协会总干事。主席，各位与会来宾，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我们是代表高雄市国军眷村文化发展协会讨论前两个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军老旧眷村的改建条例啊。那么今天因为主席有讲过，没有答询了，所以说我们把眷改条例，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我们要照顾原眷户、中低收入户及自愿现役的军事官，保存眷村文化。那么针对于有争议的，那么我代表了我们高雄市、台南、屏东的这些原眷户没有改建的，我们看到眷改条例第三条，那么是老旧眷村是在中华民国69年12月31日以前新建完成之军眷住宅，那么这些争议没有去做眷村改建的同意的原眷户，有的全部眷村是在民国75年整村改建自己花的钱，有些甚至在民国82年整村改建也花了钱，结果我们现在的国防部要他们全部按照眷改条例重新再去做眷改，那这些法律上的争议要怎么处理？这第一点。第二点，第四条，我们也看到，所谓的这个第四条是讲到我们的这个眷村文化保留。那么对于眷村文化保留的老旧眷村，它第一个要腾空，第二个带标售，啊，那这样子的去推动眷村文化的保存，把眷村人赶出去，然后变成清空了以后，我不晓得眷村文化要怎么去做，啊，这个是我们眷村人的感受。第一个，你既然要把眷村文化列为国防部的重要的一个政策，但是你到底是在怎么做？有没有跟眷村的团体或者是眷村人来做沟通？啊，我们在下面。那我们对于第22条，也就是国防部经常拿出来讲的注销原眷户的权益跟眷籍，我们相关的法令对于行政机关最重要的下面一条是行政程序法。我们看到行政程序法的第一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跟第十条，全部是规范我们行政机关对于行政程序的一个正确的做法。那我们现在的行政机关有没有这样子做？今天我们眷村的所有的父老这一辈子没有进过法院，没有被提告过，因为他们就跟我们理事长讲的一样，我们是支持国家奉公守法，但是现在国防部
的做法是什么？今天我们委员上次质询我们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拿出来，一位老将军经过抗战，经过八二三炮战保卫台湾的老将军，连他的孙女，未成年的孙女都在提告，让这些九十几岁的老人天天惶恐不安。我不晓得这个国家怎么样了，这国军到底是干什么，从来没有去沟通过，但是我看过我们的部长都说有沟通。那么对于国防部的行政措施是不是全然合法，第一个，已经享受华夏贷款的又为什么可以住在眷村，最后又可以把这个贷款的利息还掉，然后还给他分这个所谓的军宅。那么第二个，我们刚才讲过七十年以后的整村整建凭什么要去做眷改。那么第三个，对于没有办理认证通过眷改门槛的眷户，为没有依照行政程序法去办理。那么第四个，为何对同一新村的一些未不眷改的住户，你去分批的注销眷局，然后都由一个律师事务所来办理，这个是不是有违法的行政？那么对于我们行政疏失，我们明德左营的明德新村、建业新村明明是两个新村，现在我们海军提出来的它是一个新村，叫做民建新村。我请问民建新村在我们左营从来没出现过，那么它的地址门牌地址还是叫明德新村跟建业新村，我们收到大院给我们的通知也是明德新村或者建业新村。那么尤其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眷改条例第二十二条行政权，它违背了我们台湾民主价值的一个核心，我们不能因为他的选择去把他的权益把它拿掉了。这个是我在选举的过程中跟我们小英主席谈到这件事，他甚至是不相信有这种的一个行政的处分。我认为台湾民主的核心价值就是你既然有选择权，那你要把他的权利提供到法院以后，如果他再不去做搬迁，你再采取所谓的一个诉讼也好，或者行政的告诉也好。这个是我今天时间有限，我今天讲到这些的问题，我希望现在的行政单位还有对于眷村文化的保留，今天我们的国防部是主管机关，但是既然没有编列一毛钱的预算，造成我们现在的公有文化资产残存淡弊，我感觉到非常的痛心。尤其是我们日本时期木质的房子就是这样子一栋一栋的倒塌。报告完毕，谢谢。我们各位来参加的学者专家，如果你有任何书面的意见或建议的话，请给我们的同仁啊，会把你放成会议记录好吗？因为你们刚刚有的人有提供，有的人没提供。好，那下一位我们请台北市九号基地居民权益促进会陈立业会长。主席，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北市九号基地促进会的会长，我姓陈，陈立业。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基地的位置，因为刚刚林长佐委员有大概有先提一下九号基地。那我们基地的位置是在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南机场夜市，各位大概对南机场有熟悉的话知道，对面的这个基地。那有一些眷户跟违战眷户，我们这个基地为什么要九号基地，其实在台北市的南区来讲的话，因为它包括的很广阔，包括青年公园，通通都是这一块都是。那陆陆续续的改建以后，就剩下我们这一块乐群新村的住宅。我今天要来报告，是因为我代表了我们基地里面的住户跟违战监护来做报告。首先报告的就是说，国防部在这个地方目前做不公平跟差别性的待遇。首先我报告一下，我们这个基地是在85年11月1号，就是85台防制第3815洞号行政院核定的，我们就是眷改基地。
那眷改基地目前当然就是居住身份就是两种嘛，哈，一个是眷户，一个是非眷户，也就是违占建户。但因为我们这个基地在靠近中华路二段的地方，住户他们违规营商，盖了三楼、四楼，甚至把楼上的房子取得了地上物的所有权以后呢，转售出去，所以造成这个基地上面非常复杂的状况。所以在眷改条例98年10月31号落日之前规定要经过住户同意以后改建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完成改建的。那没有办法改建呢，那我们隔壁的这个同一块隔一条街的乐群新村呢，这时候就施工了，开始改建了，他们同意。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接到了国防部的通知，在今年的6月份呢，必须要搬迁，然后呢领取补偿费以后搬走，是在这个眷改条例第23条规定的，要必须要配售住宅给我们，我们花钱买哦，没有，因为国防部告诉我们说，对不起，因为你们当时没有跟我们申请，也就是说他当时没有申请，说我们没有申请跟他要买这个住宅，所以他当时没有盖给我们，那现在麻烦了。没有房子要卖给我们了，我们只可以领取补偿金。可是眷改条例规定23条就有规定的要卖给我们了，那是什么原因呢？那结果呢？差别性的待遇是我们这个基地，也就是现在目前我们这个基地上的眷户，通通当时在隔壁的乐群新村改建的时候呢，就已经把他们的住宅设计进去了，所以他们陆陆续续的在去年到今年当中都搬迁了。独本来是因为国防部的政策是盖大村迁小村，包括违占建户跟着眷户一起走的，现在不是，眷户搬走了，违占建户对不起扫地出门。所以我们陆陆续续的跟之前的委员澄清，包括现在林长佐委员、罗志正委员，我们都跟他澄清了。那林长佐委员也非常了解我们目前的状况了，所以他一直讲到说，那有居住权的问题、居住正义的问题。可是目前这样看起来呢？国防部认为说，我现在我不管你们，因为我现在没有房子卖给你们，我现在手上没有房子。可是没有房子是谁造成的？是国防部当时在设计这个基地的时候就没有把我们纳进去，有这样的道理吗？我今天很质疑这一点了。我们住户都愤愤不平，非常不服气这一点。同一个基地，既然在眷改条例已经明显的有规范了，为什么可以做两种差别式的待遇？眷户安插，就算是你违规营商也没关系，你将来也可以安插在这个乐群新村，违占建户对不起没有，那你们就滚蛋好了，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今天这样讲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国防部在这个眷村如果不能改建的状况下呢，其实它可以走，也就是说都市更新。我们这一块基地在民国86年就奉的台北市政府呢，已经把我们列入在都市更新的范围里面了。可是呢，有奖励的都市更新呢，国防部完全也不采纳，认为说他没有必要做都市更新。可是当时这个都市更新呢，就是说如果你眷村没有同意改建的话，将来眷户跟违占建户都可以在这个都市更新当中取得了将来就是说这个权利转换的啊，这个部分取得一户房子。而且呢，国防部自己也有定了一个都市更新事业范围内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总策土地处理原则，民国101年6月27号的，这个有定出来了，包括违占建户都可以再架构一户这23条所规定的房子。好，所以目前我们要求就是说请求大院的委员，好，我们主席呢能够了解目前的状况，能够协调一下，让国防部暂缓，让我们拆迁。目前的房子我们可以暂时留在这个地方。另外就是说在这个修法的部分呢，当目前国防委员会的委员目前积极在推动当中，那我也非常感谢他们能倾听我们的声音，谢谢。好，谢谢。那下一位请中原大学景观系副教授陈朝新教授。好，那陈朝新教授发言结束以后就请王定宇委员。来，陈教授，我还是鼓励一下今天有来发言的专家学者，你们的书面的部分啊能够尽量留下来，因为委员会后可以再多做参考，好吗？好，谢谢。好，主席，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那我想针对这个眷村文化保存啊，那么提供一点建议啊。那么第一个呢，现有的现在这个眷村文化保存的这个工作啊，大部分是由国防部眷户处来做啊。那事实上在几年大概将近有四年三四年啊，那个
我觉得那个成效基本上是有限啊。那我想这里面讨论一个几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是文化部的角色啊，显然在这个捐赠文化的这个保存里面，显然是没有发挥他应该可以提供的专业性的这个角色啊。那当然也许我觉得可能是很重大的症结啊，因为文化部的这个文化保存呢、啊、它在国定古迹啊，或者是市定古迹啊，或者是乃至于文化景观或者是聚落啊，都有一定的分层的这个公部门啊在负责啊。他也许文化部觉得他不宜每件事情都扛在身上啊，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间啊，我想对于捐赠文化啊现有的这个层级啊，在文化资产的地位啊，其实并没有被定义啊。因为换句话说，现有的捐赠文化的大部分的这个聚落，顶多啊是被划定为文化景观或者是聚落啊，但是它没有实质的这个执行的这个要求啊。所以事实上目前的这个捐赠文化的保存啊，我觉得可能最后会留于空谈啊，因为所有的捐赠文化弄了那么多年啊，那个房子又都搬走了啊，那个房子又没有很好的保温计划，所以大部分眷村呢，我预计大概在一两年以内啊，大概就可以全部结束了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的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公部门的这个角色的问题呢，其实也应该值得这个各界啊能够来这个注意特别这个角色扮演的问题。那么同时呢，国防部眷服处呢，我也听说可能也逐渐如果政改都做完了以后，也逐渐要裁撤啊。那裁撤以后谁管啊，我也不晓得啊。那事实上目前的眷服处的专业性事实上也是不够啊，光要去指责国防部眷服处，其实也是我觉得也并不是很恰当啊，因为他本身的工作本来就不是文化保存的工作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应该国防部可以怎么样针对眷服处提供比较专业性，甚至眷服处在未来的角色或者是他人员的人力的资源角色上，也应该真实的呈现对于这个捐赠文化保存的这个真实的诚意和实质的处置的办法啊。那这里我同时也呼吁啊，文化部可能对于现有的这个捐赠文化的这个指定啊，可能也应该对于现有都是文化景观跟聚落嘛，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啊，看怎么样来介入这个的保存。那目前的13处啊，我刚才有提过了啊，就是目前都没有都是在停滞的状态哦、啊。其实应该有限时间啊，应该做一些处置啊。那事实上这个很多的地方政府啊也都没有尽到这个执行的责任啊。我们可以看到新竹市市政府对于寡妇村大烟囱啊，寡妇村就一夜之间被拆掉啊，那个大烟囱莫名其妙的就有人就死在里面啊。那这个已经在13处里面的古迹啊，这个眷村文化园区仍然这么不精心啊，我觉得地方政府应该负很大的责任，而且对于这个海军第六燃料厂的这种工业遗址的保护也是没有尽到一定的责任啊。那台北市的中心新村啊，也一直是台北市被评定为最重要的这个眷村文化的这个遗址啊，但是事实上也因为这个都市计划的单位啊有不同的意见也一直摆在那边啊，所以我觉得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那
我也建议希望能够对于这些地方政府的责任跟这个所提出的这个保温计划也应该能够加强。那么另外对于所谓的国定古迹跟眷村文化园区有部分是一种整合在一起的，比方说高雄市的这个无线电信所哦，凤山的无线电信所，那么也应该要有很清楚的划分啊。那么一个国定古迹也就任凭在这边丢着啊，我也觉得不晓得我们这个对文化保存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啊，所以等等以上啊，那么也希望这些这个意见啊，那么可以得到一些改善，谢谢。谢谢陈朝兴陈教授哈，那现在我们请王定宇王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今天进行眷村的改建相关的问题，还有眷村文化保存的议题哈。那希望透过各位先进的意见，各位学者的宝贵意见，不要议而不决，谈论半天。就像眷村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么多年来，我知道很多眷村的长辈其实奔走来到最后，有时候连命都不在了哈，还是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有些解决的。第一个，我们还是回到法的规范跟执行的程序完备。什么叫法的规范呢？宪法的适用不可以只引用对国防部有利的，去针对所谓的不同意户或违章户，但是对于大将军、大军官的，就漠视宪法的规定。比方说，在宪法的释宪文457号，他讲的是配根，但那里面讲得很清楚。照顾这一些配根的遗眷或者眷户，是基于他们的生活上的需要来考量。另外呢，在宪法的解释文，这是1999年的485号解释文，他说要斟酌受益人的财力、收入、家计负担及需照顾之必要性，妥为规定。所以当时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刚才我忘记哪一位有提到，有些人弄的华夏贷款，有些人。将军退下来了，家境不错，他可以在大安区，他可以在金华区配上很平价的官舍，然后转让出去，获利是数以千万计。这个时候，国防部眷服处就不引用这个宪法来做处理。但是，针对727号，这个是在2015年四至727号的理由书里面讲到说，军人的眷舍配住。是使用借贷性性质的福利措施，终止不以配住眷户同意为必要。现在眷服处或者是国防部就拿这一个说，我终止你不用你同意。所以在处理一些眷户的不同意户，你因为不同意，我就把你的资格取消掉。这个宪法不是这样讲的，它是告诉你主管机关你要注销的时候不用人家同意，可是没有告诉你是以同意不或不同意眷改当做注销的条件。叫扩大，遇到一般眷村的人或子弟，你就是拿727条来压；遇到了大将军，你的学长长官，457号、485号就不见了，这叫做不正义，这叫不公义。更何况眷改条例施行细则20条，他告诉你，你对同意或不同意要书面，主管机关要书面通知，要3个月内。你这个进行同意或不同意的话，还要经过法院或民间公证人的见证，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所以在程序上有违失，在宪法的适用上有扩张，所以本席在主张是认为，对于原来的眷户因为不同意而被注销资格的，应该要全面恢复他原来眷户配售的资格，不能去滥用这样的解释去把它抹杀掉。反而应该去针对一些生活优渥、有自己照顾的能力，甚至于他的不动产很多，甚至于弄过华夏贷款的，那个才是我们国防应该追究的对象，这才叫分配的正义。第二个，眷改条例对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违占户，违占户呢，事实上我们在眷改条例23条就已经有讲了，事实上它是可以有。拆迁补偿就是补偿费领了，你搬走，或者配售新建住宅，而且按成本计价。然后呢，另外还有优惠贷款，
有没有落实这一块。如果在眷村改建当中，很多老先生老太太被硬拖着轮椅拉出那个站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那个其实是不人道的。而这不人道的背后，就是有没有去落实原来这些法条所规范的内容，尽到照顾的责任。不管他曾经是你的袍泽、袍泽的太太或袍泽的父母，都不应该用这么粗暴的方式。甚至于很多人，我刚才讲书面通知有吗？有接到吗？有公证吗？还是被干部拦下来了？原来住的人没有接到通知，他不知道，反而外面的不动产中介他知道。所以这里面的执行上，也许这一任的房处长你们没有人谋不臧的问题，但是整个眷改执行到现在下来，我们发现他在宪法的适用上并没有全部适用，一般的士官兵事实上是被漠视的，而对于不同意户进行取消他的资格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行政的程序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一届的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上，我们可以跟眷福这边一起来合作，该人家的权益要还给人家，这个才叫公平。不该给的半毛钱都不该给，这才叫正义，而不是因为权力的大小或者知不知道法律，很多人莫名其妙没有接到通知就要扫地出门，这个是不可以的。最后，这个眷村的保存，根据我们现在文资的保存，事实上变成业主，也就是主管机关，你要编列预算去保存。我们眷改几百个眷村，改到现在只剩50来个，拆都拆完了。刚才有听到说大烟囱啦，或者大榕树啊，很多记忆中的名词那些是不见了。那如果要进行这样子的眷村的保存，你把它放在国防部，我跟你讲根本保存不了。它为什么要保存？它每一块地都是指定军购的钱财源，它不止不能卖钱，它还要编预算去维持，它不会做这种事情。甚至像我们台南的飞燕新村，他用都更的方式跟远雄在合作，所以我觉得，如果剩下的这50个村子要做眷文化保存的话，应该要把这样的资产移拨给文化部，由文化部负责文化保存，这才是他业务本务，也不会造成国防部的负担。你变还要编钱，还要文化保存的专业，不可能，军人不干这种事情的。到最后，这文化保存到最后就乱七八糟，所以。值得保存的特色型的眷村，说在现在拆到剩下50几个了，适度的把这个资产移拨到文化部，那移拨到文化部，它可以成为地方的景点，成为绿地，因为眷村大概树都蛮多的，它可以成为一个特色文化的保存，让文化部的专业跟预算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在委员会这边来做建议。所以在文化的保存，在同意不同意户的资格，主席抱歉，我最后一分钟，在同意户的资格，不同意户的资格注销问题，对违章户的问题，我建议我们委员会把它条列下来，找出执行法条当中的法律违失、程序违失，凡是有违失的，应该予以全力补正。这个不分族群，也不分篱笆内外，应该一体适用。谢谢。好，谢谢，谢谢王委员。那我们接着下来呢，还有4位呢要发言哈，但是我想先休息10分钟。那4位我们的学者专家发言结束以后呢，我想请国防部、文化部哈以及司法院的相关部会先来回应一下刚刚几位学者专家的一些意见。那他们的回应意见结束后，如果我们在场的各位学者专家想要再发言的话，可以登记第二次发言，好吗？好，我们尽量以这样为原则。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谢谢。
好，我们还是请各位先生女士哈，就请先就坐好吗？哈，那接着下来我们请黄启正先生，他是基隆海光一村社区总干事。黄先生在吗？是，请。主席，各位大家好，我是基隆海光社区的总干事。那我们社区是那个已经改建完成的，也五年的，但是这五年来，我们社区的委员会很辛苦，每一年至少都要两三次跟管委部开会，要求他们对社区办理正式的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57条办理验收移交，但是管委部从来不做，找借口都不做。那这个部分，由于我们五年来一直要求管委部这边部分在要求他们对于社区缺失的部分进行修缮改善，但是他只修缮一些容易处理的，比较困难一点的他就拖延。这边我这边有列出几项因为我们这五年来由于一直的要求，所以发现到一些问题第一点就是那个我们社区基地钻探部分钻孔深度不足这个在文上面有发文，厂商好像也是有发文给国防部，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东西，这是由其他的人士给我们管委会知道的，就是说在基地的探勘部分他是没有做确实的钻探不足也没有关系就照样盖那第二项就是我们整个基地建设完成以后这个建案完成以后，我们发现到国防部在正验的时候，这些建材设备严重的与采购不符，合约的采购不符，但是后面国防部还是放水让厂商全部过再来就是我们电梯的厂商在正验的时候已经倒闭了，这个电梯居然也是验收通过，也是可以过，照样用这个部分我们一直这五年来一直不断的跟国防部要求说要给我们这些眷户一个交代，因为我们这些眷户都是士官长居多了，他们的管理费用真的是没办法缴太多，以后对维护这一块他们真的能力有限对这种不良的东西后面后续的维护费用非常高那再来就是它有些部分是跟与竣工图不符的，就是未按图施工这个部分包括说我们洗脸台它在竣工图上面有，但是我们每一个建户里面都少两个台面，跟国防部反映，国防部说那个没有买没有叫厂商买，但是没有叫厂商买图上面怎么会有呢？这个图是 送到基隆市政府去的呢。在第四项就是说其实我们眷村，我们这些眷村很感谢政府这项德政，让我们这些北北们在老的时候有一个居住比较好的环境，但是这种居住环境相对品质要有不能说盖了以后就丢给他们就不管了。我们跟他要求这几年，前两年还愿意跟我们谈，最后这今年来就开始跟我们讲说那你们告好了，我们怎么告我们老百姓没那么多钱告一庭就要多少钱，你们国防部是有政府的资源可以花老百姓的钱去请律师来告，那我们是要花自己钱，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其实我们从这个验收移交，我们这五年来有经过市政府也经过立法院的立委帮忙我们澄清，但是国防部都不做，我不晓得这种内政部规定的条例是摆着好看的，还是国防部比较大，不用接受 国家这种法令的约束，我是很生气其实这五年来我们眷村两个委员会一直不断的希望说国防部
能够帮忙我们跟建商要求说该缺失的部分应该修的就要修，但是从来没有正面善意的回应，只是说每次都是讲讲很好听，后面就不理了。这两年更严重，干脆会也不开了。哎，再来就是那你们去告，怎么告啊？哦，在这里很抱歉讲这些。那另外的有关文化的保存呢、啊，国防部在交给我们以后就不管了。哦，这完全没有一套那个眷村文化保存的计划出来，也没有给我们一些建议啊，那些完全都没有。那今年我们本来要申请一个基隆市政府有一个眷村文化保存的那个，我们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有去申请，但是后来好像也不是由我们眷村这边来做，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有时候真的不晓得要怎么讲，说这眷村文化怎么不是我们在做，是好像是别的不是属于眷村的一个社区在处理的。这个我希望说今天很高兴说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啊，也请利用这个公听会的机会哦，让大家知道一下，眷改在不是前面的问题，是后面眷改以后，国防部真的不处理，对社区的缺失真的是不太愿意处理，而且现在还把我们的案子跟建商，哦，一个起造人，一个建商，把这些缺失事项送到工程会去，就把我们丢在一边。啊，工程会如果结论下来，是不是把我们卖了？不可以这样做，你们是领国家老百姓的薪水的人，不能这样做，至少要对我们这些眷户好一点。不好意思，就大概报告到这里。谢谢黄先生。那再下来我们请陈天宝先生，基隆海光一村社区乙区主委。主席、学者专家、长官跟与会的代表，你好，我是乙区的主委，我干了四年了，因为真的干两年，中间空了一年，我连续干了四年了。我也是刚刚那个我们那个总干讲的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好，现在今天我有两件事情要很严重的事情要提出来。第一个就是说，我不晓得国防部他怎么盖房子的，竟然把我们的地界弄不清楚。那他现在把我们那个里民大会堂等于离我们很近的旁边的两块地竟然给卖掉了，交给国有财产局卖掉了。卖掉以后在划地界的时候一看，我们侵占他28坪的土地。结果他们来，我协商了4-5次，我坚持要求你一定要把地界给划清楚，我才敢签字。包括因为我两种身份，一个发展协会理事长，一个是主委。那所以现在本来建商一直急着要盖房子，就是因为我坚持开了好几次会议，就是说我不晓得他地界当初是怎么划的。现在他们互相在推，一个是推给建商，一个他们互相在推。我是说估计至少要半年，去年7月份的事情到现在还没解决，上个月的时候又开了一次会议。我跟他讲，你地界不解决，我绝对不让你们盖，因为到时你新拿了28坪，叫我们付管理费或付什么什么费的时候，我们住户能够受得了吗？所以我特别强调，以后盖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弄清楚地界才能够卖，不要卖国家财产随便卖，地界没有弄清楚。好，第二件事情，就文化保存的事情。我2012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我们眷村文化保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叫做竹篱笆3000，我把我们眷村啊搬了3次家的一个历史，我把它贴在一个22公尺长、1.5公尺长的墙壁上面。把上面写个竹篱笆3000，因为竹篱笆原来是眷村的代名词。后来我拿旁边，然后一个贴一个5层楼，一个不平房5层楼11层楼，用瓶盖贴的。我2012年贴的，因为我要告诉我们晚辈，我们现在住的西天大楼，我是49年搬来的，我是第3个搬来的，我不是军人，我父亲是军人，那。我就把这个历史给贴在这个墙壁上去。我2013年得到全国社区营造
个人奖的第一名，就因为是这个竹篱笆三千，因为我把我们的这个眷村经过三次的变迁贴了这个墙壁上去，很好看，远远的就看过去是我们的地标。对不起，现在因为国防部把旁边的地卖掉了要拆，我一直坚持，我说这个我得奖的哦，现在来讲一直在做眷村文化保存，我有做到了，我是干的发展协会已经干了四年理事长，我们社区是我接任以后一直是优等，一直保存到得了四年的优等，我可能 还有四年要干。所以说我跟你讲，现在提到眷村文化保存让我很疑惑，去年前年的时候基隆市文化局叫我来做眷村文化保存，我说没有东西可以做，去年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做，基隆没有做，我提的案子因为我很匆匆忙忙的，结果没有通过，他认为说你们好像没有特别的保存的价值，事实上我们真的没有东西了，因为本来平房这个79年的时候盖成五层楼，然后99年盖成11层楼，确实不晓得保证什么。后来的时候我提出来以后，我跟他们讲的时候，哎，有的住户 就拿了很多出来的，我们以前的时候大陆的通行条还有委任状还有一些很多我们没有看过的东西啊，都拿给我了。这个也是后来我知道，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眷村文化保存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今年可能还会再提这个案子出去。那去年因为是临时做了，所以没有做到，所以眷村文化保存让我很疑惑，因为我是发展协会，我是那个理事长，那我每天我都是有申请，像什么林务局啊，什么那个文化局，我都有做很多案子在做，那我又真心的在做，我是眷村的第二代，我希望我们眷村能够真的是能够有很好的。关于我刚刚说的地界的问题，绝对要弄清楚，因为现在讲弄不清楚的话，我们以后怎么办？对吧？建商是一直急着盖，我就跟他讲，照国防部的这个做事方法，你半年之内能够通过，你就要偷笑了。事实上，现在多久了？半年多了。上个月又开会的时候又提到，我说你们再等吧，因为国防部推给建商，建商说是国防部的事情。28坪，一坪他卖了26万，这几百万不晓得谁要吸收，决定还会有的拖。那我只是说，今天来讲有这机会来这方，非常感谢。那我能够把我们眷村的心声能够讲出来，眷村文化保存我继续能做，我能做了我继续要做下去。还有就是说关于这个房子的缺失，我就不讲了。刚刚因为我们总干事有讲了，缺失太多了。我提出来的很多意见，我的个性很好讲话，也最难讲话。那你这个缺失，我特别寄陈年信函给国防部，因为两个很危险的东西本来是没有关系的，现在已经有摇晃了，我都等到出了人命的时候不晓得谁要负责。我陈年信函寄到国防部去了，我希望就是说你们上级长官，今天有长官来，你们回去的时候特别看看我们给你的陈年信函什么东西，万一出了意外的时候跟我管理委员会一点都没有关系。好，我虽然时间没到，我报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陈主委哈。那我们现在先请蔡适应委员哈发言5+2，好，一样，谢谢。主席，还有今天所参与的学者专家，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我想我会接着在我们基隆市哈，我们海光一村的两位代表发言，事实上也是除了呼应他们两位之外。另外就刚才我们本会的其他委员所提的几个事项，我也综合起来归纳我的看法，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国防部未来在推动的时候，这个相关修法的一个相关的建议能够把它采纳。第一个就是如同刚才我们刚刚讨论到了，到底这个眷户啊，这个五年闭锁期的这个问题，以及有一些眷户不同意国防部的一个眷改方案就有被注销的问题，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许多的眷户他不同意国防部的眷改方案，可是我们发现这些眷户事实上是需要未来眷村改建新的房子让他们居住的，可是有许多的眷户借着眷村改建的方案将房子提早出售出租借以牟利，那所以我认为这两个部分，我觉得就修法的建议，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第一个他过去就有眷户资格的人，
他虽然反对，可能在这一波的眷村改建要反对，但我认为政府应该要继续保留他的眷户资格。未来我们在做后续新的眷村改建的时候，我认为他就拥有这样一个参与来这个资格户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我认为他必须要被保存下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有一些眷户利用五年闭锁期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出租或预先买卖的东西，目前国防部修订的一个行政办法里面是说，一旦发现的话可以将它追回嘛。那我觉得除了这个法令的规定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考虑将五年延长为十年？我相信相当程度之下就可以杜绝利用所谓的军宅来做买卖的事情，这是我的建议齁。那在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眷村文化的保存齁。如果我们到许多国外去看的话，历史村落的一个最人家值得骄傲的地方是许多的历史村落仍然有住的当地的住户在那边。那我也觉得让我们去参观去旅游的时候，你才会深深的感受到它跟在那个地方所代表的历史意义嘛齁。那我觉得台湾的眷村聚落，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聚落来看的话，比较可惜的是按照现在的流程里面，我们只着重于硬体设施的维护，然后呢找个时间办活动的时候，可能就是找公关公司进驻得标下去办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眷村的活动齁。我认为那是为办活动而办活动齁，失去了眷村文化真正保存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的文化部是不是在这边必须要去重新去思考什么叫做眷村文化的保存。我认为过去太偏重于硬体设施的保存齁。那即便是硬体设施的保存啊，我们对于目前的眷村保存也分成两类嘛，一个是文化部管理的，一个是县市政府管理的齁。那文化部管就是从国防部定的是三个眷村的区域齁。那当然这个部分可能是国防部有像编列相关的预算等等。可是我认为还有许多由县市政府指定的文化资产、文化景观的部分，在这个部分目前我认为是非常的欠缺保存。齁，以基隆市几个基隆市政府认定的文化景观的眷村的文化景观来看，事实上现在都已经面临崩坏的一个情形。齁，能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保存。那我认为说居然已经把它认定为一个文化保存、文化景观的话，我认为作为一个主管者或者是财产拥有者，就是国防部来讲，我认为他必须在现阶段的法令来讲，他必须要按照文资法第八条规定编列相关的预算哦。那我认为说，国防部在这个部分是失职的。那我也认为说，哈，按照文资法的规定，这个业管单位或者所谓的主管没有按照规定保存的话，其实有一个相关处罚的规定了哈。我觉得大家都太相怨了，都不愿意真正的落实法律的执行哦。我相信只要罚款罚个几次哦，国防部内部一定会就这个部分来加以尽速的处理哦。所以我在这边我也要呼吁我们的文化部哦，那边的立刻给编辑啊。如果文化部认为现在是国防部管的话，就要要求跟各地政府的文化局来要求国防部就这个部分尽速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哦。该编预算就编预算，绝对不要说慢慢来，这是我非常的反对的哦。在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许多新改建完成的这个社区，像例如我们刚才基隆新的这个海光一村，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住户代表所说的，他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按照我们现有的法令规定，他盖好一个新的集合式公寓大厦完成之后，按照公寓大厦管理条的规定第57条，由新的公寓大厦来负责来验收才对啊。结果国防部为什么可以代为验收呢？那代为验收之后完全的违反了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那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齁。那同法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49条也有相关的法则。那我也认为目前的政府机关在这个部分的法则的执行也过于相怨啊。齁，不愿意去确实的落实。那海光一村这个只是全国所有眷村改建中的一个冰山一角而已，也许也有许多的眷村在改建的过程当中，相关管理委员会的权益没有被注意到。那我也认为说，就这个事情来讲，其实我认为已经构成一个纠正案的一个条件了，就是相关的法令要遵守而却没有来做。所以在这边我想就以上这几件事情，也希望将我们的发言列入黑记录，相关单位必须要去提出未来后续改善的方案，
那我认为今天的公听会才有意义。以上，谢谢。好，谢谢蔡委员，多谢。好，再下来我们请张少衍先生哈，他是台北市林权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喂，主席好，那个委员好，还有各位先进长官，大家好，我是代表北投中心新村，台北市唯一一个进入13个国防部认定的眷村文化园区的代表，那我是原眷户的第三代。那我们眷村其实现在遇到的问题跟全国这13个园区都面临到一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这个园区的这个保存办法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容积移转的问题在列在这个眷改条例里面。那这个前监察委员黄黄雄委员之前也针对这个部分做了整个调查报告。中心新村从2002年第一任的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女士在任的期间，我们就一直在推动眷村文化保存。到了2011年，获得了这个保存区的资格。从2011年到现在也6年了，历经了5任到现在第6任的这个文化局长，还是停滞不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归咎在于说，这个老旧改建条例当时的立法缘由跟现在的时空环境已经变迁了。当时他有这个容积移转的这个规定，有当时的考量。问题是现在回过来看，变成了国军眷村保存最大的障碍。那当时他国防部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不希望承担这个眷村保存的业务。可是我们知道，在之前严明部长的这个任内，已经明确的指定说，眷村保存业务就是眷服处主管。所以因此呢，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推动了这些年来，文化部一直他无处置喙，因为这个是是国防部该管的事情。所以当这两个单位加上地方政府三方踢皮球的时候，我们民间团体就陷入一个非常无奈、无以应援的这个处境。因此呢，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遇到这个容积移转卡在那边，有的卡了十几年，快要20年，这房屋都烂了。那中心新村现在我们还庆幸的是，我们今年才进行这个眷村搬迁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持续的在进行房舍用这个住家的能力来维护这个房舍。可是等我们搬迁之后，这个房子一样会面临到毁损，最终整个聚落通通都消失，这个文化会消失的处境。所以我建议，很具体的建议，第一点就是全台湾都遇到这个情况，所以建议是眷改条例在第11条第4项关于等值容积移转的部分，建议委员提案能够将它删除。然后因为这其实就是对老百姓来讲，就是政府把左手的钱交给右手，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就拖了十几年、20年，导致整个所有的公有资产整个坏掉。最大的不幸还是在人民。那第二点就是，这个机制是希望国防部希望县市政府自己来着手，可是呢，国防部又推选了一个在高雄设立国家级或旗舰型的眷村文化园区，编列了11亿的经费来修复。他是有钱来编列修复预算的哦，可是他在这13个园区却说他没有钱，是要请县市政府来帮忙。所以呢，这就显示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逻辑。那
而且它设立在高雄，是在南部，我们也在争取说北部是不是也要有相同的重视，在北部的眷村才能够平衡这个就是平衡这个国防部对于眷村文化南北的注重。所以呢，具体的建议是国防部跟文化部在眷村保存眷村文化的权责不要再踢皮球了。假设国防部认为他没有办法做，那就编列预算交由文化部来做，我们也好去监督文化部来执行这个眷村文化相关的事情，而且文化部也非常的得心应手。接着第四，接着呢，也应该要提升整个眷村文化全国的系统资料库以及国际行销，整合科技部、中研院等等的眷村文化资产的资料，甚至建议是在眷改基金以外成立一个眷村文化基金会。其他的像客家有客委会，原住民有原委会，我们虽然没有中央层级跟这个常设机关，可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公股的这个财团法人能够积极的推动眷村文化的保存。那综上所述，建议主席能够列入会议记录，然后这个以供我们之后作为修法的依据。谢谢。好，谢谢张少衍先生哈。那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发言哈的各位学者专家的代表。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在他们发言第一次结束以后，想先请国防部跟文化部，还有内政部营建署哈三个官方的代表先做一下初步的回应。那回应结束之后，我们这边登记的还有四位，就是应业台先生、陈朝兴教授、顾超光副教授，还有孟凡恒总干事，是不是先请国防部好吗？就有关于大部分提到的都是跟眷改条例现在产生的缺失，所以是不是请国防部来先做一下初步的回应？委员。还有各位学者、专家、老师，还有各位团体代表，还有各位我们这个其他部会的一些官员代表，我是国防部眷服处处长房明德，我在这边说明一下。今天我们国防部都听到各单位的代表表达的一些意见，我们都把它综整起来，回去之后都会来纳入来研析参考。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表达一些我这个主管眷改条例的立场啊，来做一个说明。我们这个主管眷改条例啊，当然是要考虑法条的公平性跟一致性。刚刚各位很多这个前辈先进啊讲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我都了解这个执行的现况。我们的眷改条例主要的任务啊，主要的我现在是表达我们国防部的立场哦。也不是说针对大家意见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主要任务是要安置眷户。我们现在执行改建啊，总共有897个村都完成安置了，有69000多户啊，52处基地已经完成了51处。其实大部分的眷户啊，他都是配合的，也都是享受到这些福利的。那针对这个不同意改建的眷户啊，在法律上面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点，来广纳各位的意见啊，我们来做这个后面的这个收尾的处理。在土地方面啊，我一定要讲一下，这个要兼顾到文化保存，要兼顾到这个我们这个不同意改建户是不是不要给他排除。这个土地啊，在我们的国防的预算里面，眷改是没有编列公务预算的，他必须要变产自产，他必须要把这个土地每一个眷户搬走以后，钱都是先发给他的，这个都是由土地来作价之后发给他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土地收不回来，我们就一直要欠款。我们现在最高融资上限有到700多亿，现在已经还款到352亿，这个还是欠款。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怎么样去把它求得一个平衡点，在法的情况之下，在现实的情况之下求得一个平衡点，这个很重要，请各位
这个在座的这个先进啊，也要考量一下，否则的话我们没办法推动这个，他会郡改会走不下去。在这个我们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立场，有人说我们这个对这些长辈可能比较没有考量他的这些现实的状况，或者是这个家里面的中低收入这个残障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依法行政的话，法定在那里，我们没有依法行政，我们就是行政怠惰，这个也是一样，要怎么样去求的一个平衡点。文化保存，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要安置眷户，办理眷村改建。那文化保存当然我们也都把它纳到法条里面去这个来做，但是在经费上，行政院核定我们的经费就是4亿元，这13处也是地方政府提出来的。那我没有经费，我没有这个其他经费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跟行政院争取4亿元做这个文化保存的一个开办费，初期的开办费。那后面能不能增加，这个我们再去研究。但是我们的主要还是要安置眷户，这个怎么样去求的一个法的一个平衡点，也请各位先进啊能够思考一下。那刚刚针对一些个案的问题啊，我在这边很快的、啊、简单说明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讲说这个对于不同意改建的，我们得这个诉法这个强制搬迁，这个得啊我不晓得这个司法院怎么解释啊，这个得在其他没有我们讲这个实务的判例啊，没有其他一个方法的之下的话，我可不可以不要做，可不可以不能做。对，这个得它还是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个方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这个眷改条例来做这个诉法排除的作业。那针对这个眷改条例96年三读通过这个眷村文化保存啊，当然我们也都跟文化部啊也都做了一个合作的平台。那现行啊13处以外，当然还有地方政府他这个登录公布的这个具有文字身份的眷村啊，但我们都是尽量能够放宽这个代管的规定。刚刚有人提出来，先进提出来，我们也都尽量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来代管。事实上我们专业性也不够，法的这个给我们赋予上的经费也不够。那再来就是这个其他的像基隆的2处啊，基隆要塞司令官邸跟基隆要塞这个校官宿舍，这2处的这个历史建物啊，其实我们都已经这个拨用给这个地方政府了，所以说这个费用啊可能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编，这个我们土地都已经无偿拨用了。那讲到这个容积移转啊，我们如果说没有做一个容积移转的话，这个土地他已经先作价给眷户做一个补偿安置了。假如说我们这个没有容积转，可能这个我们的缺口啊，资金的缺口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这个改建如果说要继续推下去的话，他必须要做这个容积的移转。这个当初都是有经过法条的修正的讨论的。那刚刚那个海光一村的这个修缮的问题啊，其实他也在这个走仲裁工程会的部分啊，我们也都有在协调来做处理。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的部分，所以说这个细部的问题啊，我可能这边也不方便讲得太细，那可能会后啊再跟这个海光一村的这个管委会啊来说明。那另外我们提告的部分啊，我一定要跟各位先进报告一下，提告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其实我们每一个案子啊都是像九号基地来讲啊，其实都是已经好几十年的问题啊，绝对不是现在的问题。沟通上也都是一直在做，是做的没有办法了。我们有一些审计的责任哈，做到没有办法了，我们才必须要用诉法的方式来处理。如果说我们送达的程序按照这个行政程序法没有完备的话，如果说不同意改建眷村，他没有完成认证，过2/3。我们也不可能去办理改建，所以他们都有完成认证，都有完成送达，否则我们在诉讼的程序上，我们绝对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这一点啊，要跟各位先进报告一下。那这个将来这个我们不同意改建的眷户啊，其实他毕竟还是比例上还是非常低的。我们有69000多，那现在全省
只有280户这个不同意改建户，我们怎么样去在法的上面能够求得一个公平性跟一致性，这个很重要哈。前面他同意改建有这么多人，比例这么高，他也会回头来看看这些不同意改建的，他能够获得什么，不然的话他这些守法守规矩的哈，那可能他也会不服气。所以这一点的公平性啊，我们也一定要考量到眷户他的这个大坪数的房子，在我们眷改条例也都有明定啊，他可以获得自增建的超坪补偿。不是说今天大的阶级高的哈，他这个配的就一定多好，或者是说他将来这个安置啊，没有得到任何该给予他的这个补偿，我们在法律上面都有来明定。刚刚讲到这个九号基地啊，我在那边啊，要真的是要讲一些话哈，它有很多部分的这个，几乎有60几户的这个违建建户啊，他都已经领了第一期的拆迁补偿款，所以我们才通知他6个月按照眷改条例要完成搬迁。但是这些人啊，他到了这个时间，可能到6月，他已经领了第一期款了，他可能还想继续再住下去的话，那这个跟我们当初这个领的拆迁补偿款，写了这个认证的同意书啊，可能我们就必须要还是要按照这个法条来走啊。所以不是说我们不愿意这个来帮助这些违建建户来处理，否则的话我们绝对不会领一半的钱给他，他先来找房子安置。我们都在法的这个立场上都会去考量他现实的问题。像这个不同意改建眷户，他事实上有很多的跟原眷户一样的权益啊。那今天如果说我们还是这个这些权益把它恢复到原来的东西的话，可能在我们这个资金的缺口啊，当然是会越来越严重了。当然还有这个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人他是不是真的全部都会搬走？修法以后，我不管，各方的意见哈，我们都采纳。但是后续他这个修法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样情况？当然也有委员他已经提了这个修法的版本，我们也会提相对应的版本。那我们当然会站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我们这个主管的立场啊来做考量，还有资金的考量，还有公平性一致性的考量。假如说这些人法修了，其实比较更担心的是他有些人还是不愿意走啊，还是不愿意搬，他的问题还是会存在。所以说这个还是请各位先进能够再思考一下。那当然其他里面还有这个台南提的这个文化保存啊，其实不是只有一处，我在那边说明一下，台南啊它总共有4处都有这个我们都有保存下来。那另外这个长期的沟通的问题啊，其实有很多这个先进也都提出来，其实包含文化保存也好，包含这些不愿意配合的这些搬迁户也好，是违建建户呢还是不同意改建户，我们都一直在持续的沟通说明。事实上啊，都已经是甚至有的长达10年都有了，那没有再做一个处理的话，可能我们真的会行政怠惰。那所以说有很多先进，这时间差不多是，所以我们要修法，让你们有法可以依，好吗？抱歉，我刚没有听到铃声，抱歉。没关系，好，谢谢房处长哈，刚刚的基本上的回应了哈，那至少表达一下他们目前的立场。那我们现在再请文化部好吗？那另外我要增加一个退服会，等一下上来报告一下。来，文化部。好，主席，各位先进，好，大家午安。那文化部在这里做一个中整性的归纳的回复哈。那第一部分有关于这个跨部会平台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跟国防部这几头大概有经过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整合会议哈。那后续刚刚先进所提的部分，大概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大概会做一个后续性的一个追踪哈，跟后续性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继续推动。我想这是第一点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大概这个也刚刚有先进有提到就。
有关于建筑文化的资料库的一些建制哈。那我们部里头大概就文化资产的部分，大概我们目前大概也有建立大概一个这个全国文化资料库系统的建制哈。那刚刚这个委员先进有就教的部分有关于眷村文化资产部分，我想大概有一些需要细节上的一些资料的一个这个详细的一些处理哈，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研析哈，这是第二点部分。那第三点有关于大概这个也有先进在就教，就都有关于这个眷村或者文化资产的一个重大灾害的部分。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字法里头的23条以及这个我们相关的执法哈事实上我们有建有订定一个叫做重大灾害的应变处理办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处理这样的一个标准作业的一个流程哈，这是另外一个部分。那刚有几个委员有关于这个眷村的文化资产的一个有关于所谓的经费来源的部分哈，那我想在有关于这个对县市政府的部分，事实上我们其实在就经费的部分，事实上我们其实都有下放到县市政府有关于他们文化资产的这些标的啊，事实上有这样的经费需求，事实上都有一定的补助经费的一个机制来做文化资产的保存维护的一样工作。那至于现在目前眷村这个13的保存区的部分，事实上依照文字法的第八条那规定上是有管理机关国防部应该编列经费来做保存或修复及管理维护的工作。我想这部分就目前既有的这个文字法的规定是这样的规定，所以目前大概需要仰赖国防部来编列经费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哈。那大概这个是属于这个样的一个部分哈。我想大概这个部分是属于我刚刚总理归纳大概几个先进就这几个层次来做处理哦。那其他的部分呢，我想大概很多先进所提到的几个个案的部分，我想我们部里头大概会做整体性的研习跟参考哈。那以上谢谢各位先进的指正，谢谢。好，谢谢文化部的报告哈。那我们先请内政部营建署好吗？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内政部拯救刚刚几位先进有提到，这次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里面第11条涉及到刚刚提到容积移转跟眷村文化保存的部分做几点的补充。那我们检视这个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的第11条的规定我们会知道在第11条的第3项，事实上是有规定。依照这个条例第4条第3项核定做眷村文化保存的土地，国防部应连同建物是无偿拨用给地方政府。那拨用的这些土地跟建物保存交给直辖市县政府去做所谓眷村文化保存。那刚刚有几位先进有提到，后面还有一项第4项，就是直辖市县政府要获得这个无偿拨用的眷改的土地它必须要依照都教法去办理容积移转。那可能刚刚有提到13个眷村文化园区遇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就过去这1-2年来跟国防部这边业务的接下知道的问题大概先做几个说明。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过去很多地方政府在办无偿拨用，为了要无偿拨用这个土地做眷村文化保存，当然依照眷改条例11条第4项的规定，努力的去做等值容积移转，确实有发生一些问题。我们从国防部的开会里面发现有些县市可能因为它的容积移转，它事实上不是到市场上去跟一般的建商去做容积转，而是在眷改的土地里面做容积的移转。也就是说这块土地假如说值2亿，那要拨无偿给地方，可是因为刚刚国防部 有代表有说明，这2亿是眷改基金本来要变成资产，这2亿的价值怎样透过都教变更把这个可以盖的容积移到其他的眷改土地。那我们实务上听过眷福处这边的之前跟地方政府协调，有几个县市确实有发生没有足够的基地可以让这个容积可以调派过去，可以移转过去，或者是即使移过去，眷改条例的这一条规定要等值，也就是说这个价值原来这块土地要拨用，可能有厂也许要值2亿，今天要无厂，这2亿的价值要能够等值移转。所以大概我们可以推测它问题大概不外乎是2个，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等值，再怎么努力没有办法达到等值，或者是在这个眷改做文化保存周边的基地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这个基地来做调整，所以可能在技术上就卡住了。那是我们所了解的问题点跟委员跟各位先生做报告。
但是今天因为是条例的公听会啦，其实重点还是在这个条例怎么修怎么改。因为过去在做这个业务里面，我们很了解地方政府拿到这块土地后面真的还要花很多的经费去做管理维护，需要经费。但是国防部从刚刚国防部的代表报告，他也不是编公务预算去执行眷改，他的基金好像也要透过这些土地，那去回电。所以事实上这是立法上可能后续修法有个难度。刚刚有先进提议建议把那个等值容移转拿掉，那就变成政策上要很审慎去思考，国防部是不是要把这些土地就无偿提供给地方政府？那个缺口怎么办？或者说没有等值，比方说这个价值，比如刚刚我举例，1亿或2亿，我怎么算？就是有短缺。那国防部在那个基金账上的缺口怎么样去衔接？可能还要劳驾大家一起来思考。因为我们当时接触到这个条文的时候也很纳闷，为什么会有这个等值容易转的概念？后来才了解，原来眷福处这个基金是没有公务预算，要必须循环的利用，所以它有这个等值。那地方政府也反映，无偿拨用就可不可以干脆一点，还要这边花很多时间，所以这个事实上整个牵动，刚刚也有文化部的长官也提到，这事实上文化保存是一个要花长期的时间，因为硬体保存下来，其实后面还有很多软体的构建跟这个历史的回溯，需要很多时间跟经费，恐怕整体要去考量，拿来审慎考量这个条文怎么修改比较好。以上就内政部就我们所了解，提供大家做讨论的参考，谢谢。好，非常谢谢。好，那再下来我们是不是请退辅会好吗？退辅会的同仁来报告一下，因为刚刚几位眷村的主要重要代表都有提到，面临法律上要强制处理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好，那我有协同这个退辅会啊，请退辅会就他们的权限范围内尽量来协助。所以退辅会请做一下报告。是，主席，各位与会先进，我想我们退辅会针对这个荣民的部分，我们是不遗余力的，并不分那个眷村内外，我们都一样的是照顾的。那针对于这个眷户，如果有具备有我们荣民的身份的话，我们基本上会有公费就养跟自费就养。所谓公费就养，就是依照我们国军退出役官兵就养安置办法的规定，它原则上是以年满61岁，然后他的那个全家人口总收入如果低于这个县市政府中低收入户的一个所得的状态之下，他可以申请我们的公费就养，那也就是说他可以免费入住我们荣家，并且领有就养金，这个是公费就养的部分。那另外是有关这个自费就养的部分，那荣民如果他也是年满61岁，他可以自缴部分的这个服务费用，他也可以入住我们荣家。原则上如果他是安养的话，那他缴交大概服务费大概6000元左右，他就可以入住我们荣家。那当然这额外还有一个就是伙食费用大概4050元。那另外如果这个眷户他没有这个荣民身份的话，那因为我们目前为止我们所属的荣家大概有7所已经跟地方政府有签立资源共享的计划，那如果是属于这个各县市政府的中低收入户的话，那可以由这个地方政府这个透过这个计划，然后公费委托由我们跟地方政府签立这个协议的荣家，然后来免费的安置。以上。好，谢谢。好，谢谢，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哈。李彦秀委员想先讲。好，那现在李彦秀委员要发言是吗？好，麻烦。主席，各位同仁，我想今天还有很多关心眷村改眷的所有地方的住户哦，都在现场哦。我想提几个议题，包括其实我的意见非常的简短，那我也想说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我也希望有机会也列入我们今天公听会的结论之一哦。第一点就是我刚才听到文化聚落的眷村文化聚落大概13处这个部分，其实刚刚也有其他委员一直不断的在提哦。我知道国防部的预算只有4亿，开办费只有4亿，如何有效包括除了硬体之外的这13个眷村文化聚落做长长久久更好的运用跟保存？第一，我认为文化部的心态过于消极哦。当然各县市政府各地方文化局对于文资法的保存
每一个县市的做法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只指定了这13个文化聚落，眷村文化聚落，我们只包生文化部不去做后续的指导，不包养的话，我对于如果真的文化部是重视所谓的眷村文化聚落的话，后续这13处会是一个常常10年20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是有问号的。现在目前主导的国防部，他是不是具有这样子的能力？他只有4亿的开办费，他未来在文化的保存、文字的保存，他后续能够怎么去做？能不能符合文化部对于文字保存的标准？后续长期维护的长期的标准，其实我是担忧的哦。这一点，我希望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包括刚才其他处说，哎，是不是有机会成立相关的基金会？在底下我们文化部，或者是回归到我们文化部来主导，因为各县市这13处是分散在各个县市。虽然我从台北市出来，那我对于台北市的文化的资产保存，我是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但我对于其他县市，我并没有完全清楚的了解，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文化部的角色能不能更多一点，是我今天公听会的主要的诉求之一。那第二点，我认为过去台北市发生过文林院的争议事件，所以我们都更条例经过大法官释宪之后，又有不同的说明。虽然这个说明，大家对于都更条例这样子的调整，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争论哦。但是回过头来，我从来没有否定过过去这个我们的眷改，我们的眷村的整个改建，在现场所有同仁的努力。但是凭良心讲，强制注销这一件事情是不是有违宪？我相信虽然我们有眷改条例在那边，大家都觉得公平，但是强制注销是不是违宪，是不是合理？刚才我听到房处长讲说，哎，我们都是一致公平，将近80%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看这280户不同意户，我们能怎么样照顾哦，那会不会对过去同意的人不公平？但是如果我们再把这280户不同意户，我们再拉出来个别去检视，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特殊的理由？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做法去关怀这280户的做法？我们把它拉出来，用专案的方式再去做一些处理，再进一步去做沟通，或者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那我想这个是当然需要在现场很多的官员更多的智慧，这是我们今天开公听会最主要的目的哦。那我也希望今天刚听下来坐下来听到很多今天来参与民间的很多好朋友的意见，那我也希望持续未来在我的脸书上我有听到你们大家更多的指导跟指正。那我也希望今天的我两个最主要的诉求跟意见，也希望公听会这边能够有机会列入会议记录，也谢谢主席给我发言的机会。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轮了哈，就是请应业台先生。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你发言5分钟。好，不好意思，嘿，不好意思，谢谢，哎，谢谢。谢谢委员给我这个第二次机会啊。那个，我现在就针对这个眷改权益这一部分，这个做一些补充报告。刚很多委员的发言其实都支持，就是这个眷改权益啊，哈，如果说是，眷户真的是有必要说要注销，然后一无所有吗？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改进哈？那其实针对这个事情，尤其我们主席啊，说实话这一阵子不知道去过我们眷村多少次，实际了解我们眷户之间到底什么问题，想办法来解决哈，这个我们也非常感谢了。那刚刚王定委员也讲了，就是说我们希望这公听会啊，这开了公听会开完之后能够有一些决议啊，这也是我们眷户期盼，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诉讼之中啊，这个当务之急确实是应该要解决的。刚刚发言其实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有关于注销眷户权益这个强制执行这一部分哈，国防部好像就是唯一的手段就是诉讼啊。那我这边我把事实说明一下哈，就是说。其实，在这么多年来以来啊，黄昭顺委员对于这个被注销的眷户哈、啊，一直帮助一些眷户，尤其包括我们自救会眷户，跟国防部持续的协商。
国防部 也有诚意，也希望看能不能找出办法。可是唯一的问题 又回到大家委员所讲的，就是说法，这个法用的困着他们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也明白了，那所以这次召开公听会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就是说大家能够想出一个，就是说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我希望就国防部希望能够修正一下心态啊，就是说我们讲说照顾人民权益啊，基本上如果说你不违法你就可以做，而不是说法律要明白的规定说你这样做，法律如果规定说没有规定说你这样做是错的，其实应该可以这样做。尤其是我们讲说现在目前面临一个状况，就是那个大法官解释725号解释啊，哈，针对这次我们讲这727号解释，就是讲这个我们眷户注销的问题啊，违反平等问题。他讲说注销这个基本上是没有违宪，可是他也讲就是这个违占眷户比违占眷户还不如，可是他没有告诉你就说那该怎么样做这个补偿，所以他没有预知救济办法。那在725号的解释里面呢，其实他有讲了，就是说如果大法官是这个解释没有预知实际救济办法的时候，你所有相关的这个东西，对不对？你可以等到新法令出来之后再依据新法令办理。所以在这种状况，其实可以灵活运用，再加上行政部门的行政裁量啊，这个事实上对于停止诉讼来讲的话，应该可以作为一个依据了。当然还需要各部会长官或委员支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刚很多委员也提到，眷户也反映了，就是说重要的资讯没有合法送达眷户，有很多眷户确实因为没有收到书面通知啊。我所谓合法送达，就是说，不是你公告就算了啊，那你必须要双挂号什么样之类。那这些东西呢，确确实有些眷户是他是没有合法收到，不管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在军里，他在部队啊，或怎么样，或者之类。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应该先行做一个逐案的查证，就是如果说确实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可以补正。补正这个程序，你依法有据补正这个程序，补正这个程序之后，可能就已经过滤一大半的眷户，当时他可能确实有一些程序的瑕疵，这个瑕疵呢，现在进行补正，第三点我要说的就是说，就在修法完成之前的过渡时期的救济措施怎么办？因为说实话，真的国防部他也要依法行事啊。那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说哈，首先这个修法他这次这个大法官的解释哈，定出来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所谓原来不同意改建的不同意改建的原来的眷户的权益，他做出一个解释，但是他没有一个具体救济办法。换句话说，这个权益在原来是没有的，在你原来眷改条例里是没有的，所以你说你要找一个法源依据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找一个法源依据去做安度措施做什么，那就是你要创法嘛，就在行政裁量这一部分你要去想办法。那大法官解释已经解释了，肯定说就比违占监护还不足，所以你就从比违占监护好的方面能不能做一些安置措施。那违占监护是领拆迁补偿款以后才搬，那现在你如果说让他你修法没完成没办法领到钱，你让他搬，那你就连违占监护都不如了。所以从这一点里面啊，你可以就是考虑说那是不是让眷户续住原处，等到新法出来以后再续行后续，或者就是说现在有零星余屋，像左营零星余屋很多啊，就是那个新大楼的零星余屋很多，或者就是说违占监护它都可以成本架构了嘛，那你现在的话，你基本上你就在按照违占监护这个最基本这个好，你先让它成本架构，这是一个解决办法啊。那另外关于修法的部分呢，因为房委员也提过一些这个修法的条文啊，那我们相当程度的这个眷户也都接受，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并且呢，能够溯及既往。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在诉讼期间，可能这个有些不当得利，我们希望能够免除这个不当得利。最后一个，我就是讲眷村文化的事情哈。就大家对于眷村文化，这都有很多的建议，跟很多委员都讲了，那也讲到硬体的问题。但我这边特别要强调一个啊，眷村文化的保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呢？这个灵魂就是要靠你原来的住户，你要在那边维持你原来生活的样态，你才有灵魂，否则那些都是假的。那这个灵魂要怎么产生呢？我的建议是说，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原来的住户能够住在那边，展现出原来生活的样貌啊，各个方面的才能展示出他这个灵魂。这一部分说，希望能够在这个委员会这一方面就能够考虑这一部分，一定比例的原住户，这个就是说原来的眷户
希望能够住在那边，展现出这个实际的这个样态。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不好意思。好，再来，我们请陈朝兴教授。谢谢，也是一样，尽量五分钟好吗？好，谢谢。好，陈朝兴第二次发言哈，我想很快的，我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眷村文化保存的那个权责单位啊，那我建议就是，因为由于这个文化智能保存法第八条的规定啊，那么这个经费是由主管机关啊，所以可能将来在主管机关啊，应该不是只有国防部啊，也应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主管机关啊，也应该包含在文化部里面。那也有了这个办法以后呢，才能够由经费啊，有包括中央跟地方的比率分摊也能够明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容积移转的规定啊，事实上在文字法里面的保存呢、啊，对于这个保存的基地里面容许这个容积那个容积移转是一个合乎这个法律的规定的哈、啊。那么因此呢，国防部对于这个 TDR 的这个移转啊，其实它有它的正当性啊，所以至于说等值的这个部分呢、啊，由于这个地方的土地啊，地方的都市计划单位啊，或者是它的土地作价啊，其实它还是可以调整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了哈、啊。刚才那个廖副座有提到的这个等值容积的移转的那个作价的问题呢，我觉得也应该积极去解决，要不然所有的这个眷村文化的这个保存呢、啊，都是空谈啊，所以现在也就是延续到我就讲的第三点，就是眷村文化现在已经执行八年啊，就一个也没有做出来啊，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找出真正的问题来解决。所以因此我觉得这个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应该有确实的保温计划，要不然那个房子都已经坏得一塌糊涂啊，所以到处都是了，甚至有的那个房子还是在保温计划的最后一天12点钟一过哈，推土机就进来就把房子干掉啊。那我觉得这样东西可能也应该明定啊，这些对于这个被指定为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些的，包括啊这个文化景观或者是也文化景观或者是聚落啊，也应该明定一些这个法律的责任啊，这个比方说像这个新竹啊等等这些的例子啊，我觉得是非常要不得啊。那另外就是目前已经执行八年哦，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文化部跟国防部能拿出一个真正的执行的期程啊，要不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太大意义了，已经延宕八年啊，一个也没有做出来，真是我觉得是这个真是很我觉得是愧对国人哈、啊，我觉得也是愧对原来的这个对眷村文化的保存的一个原来的很多的这个努力的这个很多的住户跟原来的住民等等啊。那另外就是地方的这个都市计划单位哈、啊，也包括中央，当然刚才看到那个内政部营建署了哈。那个都市计划单位也应该配合那个文化资产保存啊，也能够协助来作为一些土地的调派啊。那军方土地其实很多了，我真的是不相信调派不出来啊。那但是有很多的地方政府，我就特别指台北市的这个中心新村啊，这真的是我觉得是失望透顶啊。一个台北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首都的城市，对于一个眷村文化保存，而且是全国最多的，一个都保存不了啊！我觉得真的是很令人失望啊。那所以它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中央这个中心新村的这个土地的问题啊，那么迟迟没有办法能够得以这个好的这个解决的办法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这个协同啊，在台北市的这个都市计划的相关的单位啊，协同文化部一起来那个解决啊，要不然那个中心新村也已经我觉得已经也逐渐走向这个因为大部分人搬走了以后，房子很容易就
坏掉了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眷村文化保存，各县市都有一些不同的军种或者是文化涵构，其实都不太一样啊。因为有的很可能是日式的住宅，有的很可能是原来的这个工业遗址等等啊，都有它的特色。所以其实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只是把它摆摆。所以因此呢，在很多的这个未来的永续经营上啊，其实也不应该排除这个商业经营模式了哈，就是你如果要永续经营，就必须要透过适当的经营的方式来做啊，那么才能够在未来的这个执行上能够永续的来经营啊，在几秒钟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但是它很重要，就是这些的商业的模式必须跟眷村文化保存是有关联的，所以它应该透过一个适当的审核机制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国防部也一直在谈到这个推动全国眷村文化的保存辅导团啊，可是成立至今啊也已经一年多啊，从来一次都没有去过啊。我觉得真是说了就是要执行啊。那以上谢谢。好，谢谢陈教授哈。那再来我们请顾超光顾教授好吗？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前辈先进哈，那顾超光在这边第二次发言哈，那这次发言我的重点是在眷村文化的永续性啊，我们永续性在哪边啊？那我想以全国观点来看的时候，其实每个地方的眷村文化保存方式可以有因地制宜的方式哈。那我刚才第一次发言，其实着重在南部，那这一次我可能也顺便提到北部的一些情形哈。那开始哈，不过开始我还是以我们南部先作为切入点啊。例如凤山的黄埔新村啊，目前是以以住代户的方式来进行眷村文化资产的守护。我这边是用守护的观点啊，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暂时的，以住代户的方式是可能试办大概三年左右啊，甚至到五年。那未来它永续性在哪边？我提出是这样一个建言哈，如果未来黄埔新村可以划分为眷村民众住宿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黄埔军校植物观测区；第二个啊，第三个是眷村文化馆区啊。我每个区域我大概解释一下。第一个眷村民众住宿区，就是说，一个是刚才有底下有民众有提到的啊，就是说要有原住户啊。一定比例的住户在里面，我想这也可以纳入这样一个观念。然后另外第二个，其他眷村民众也可以提出申请，甚至村外的民众他对保存眷村文化有兴趣的也可以来住在这边，等于是一个体验区，我觉得这样都可以纳入这样一个区域里面。那第二个有关植物观测，其实每个军事单位他都有植物观测需求啊。那黄埔新村以前是在日军统治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官舍建筑啊，我们国军来了也是官舍建筑啊，为什么未来不能也是官舍建筑啊？所以它应该有一定的比例也是植物官舍区，提供也是奖励我们目前现役军官的一个住宿区，也大家可以来体验，来享受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啊。那第三个就是文化的一个管区，所以我刚刚提出这三个三个区域的话，其实牵涉到其实部会里面三个部会的工作，例如眷村民众住宿区，其实应该来讲应该是退伍会的就是退职军官的可以住宿的。那植物观测区就是国防部的，然后属于眷村文化管区的就是文化部的。我想这样权责分明是不是也会比较清楚一点而且也可以达到刚才大家很多不同团体的一个诉求。那第二个我想讲新北市的三重空军村，我觉得因为它也是摆在那边非常多年了，我觉得目前是不是也可以比较类似黄埔新村以住代户的观念先进行活化，也就是说先遴选一些原住户可以回来住宿补助一定的修缮费用，然后它的目的其实来守护，目的是守护这个文化资产，眷村的文化资产，我觉得这是可以开始进行的。那第三点有关台北中心新村我觉得为了延续它的眷村文化，也可以把刚才我的观念那种的方式也可以
执行在中心新村，例如眷村民众住宿区，原住户一定比例可以住在这边。然后中心新村本身其实是医院的职务官舍，那医院的军官、军职人员其实他们有住宿的需求啊，他们可以申请住宿在中心新村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资产的一个活化，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它以前是什么用途，未来它就是这样一个用途啊。这个是文化资产保存最好的一个方式，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哦，然后再设置一个彰显原来中心新村的眷村文化馆的几个馆舍，这样就可以了。好，那目前中心新村卡到的就是容积移转的问题啊，因为地方政府他不愿意做容积的移转，我想在其他县市也会有面临类似的这样的问题，万一地方政府不配合办理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是会卡到这个法条，刚才有提到这个等值容积移转的问题啊，所以观念上就是容积移转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拿出来啊检讨啊？那我想啊，就简短报告到这边，好，谢谢各位。好，谢谢顾教授哈。那最后一位发言是孟凡恒总干事。哎，主席、各位与会代表，孟凡恒第二次发言。刚才我们听到行政单位房处长的一席，他们国防部的立场啊。那么眷改二十年，如果国防部刚才房处长讲的，国防部都没有缺失的话，今天的讨论不会这么热烈。那么也不能够用所谓的一个比例，能够把这些不愿意眷改的住户打到是钉子户，或者找国防部的麻烦。我们今天讲了，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今天的一个住户，你今天的法条是有超过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他列入眷改的一个眷村，我们当然尊重。但是他不愿意眷改的，他的一个住户的选择权，既然把他的权利就没有了，这个是你在行政程序上有没有做到你行政程序法相关的一个法条，所以说才不会产生这三百多个所谓的钉子户啊，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就眷村文化来讲，我们刚才看到了学者也讲八年了，我们这个国军老旧眷村的一个对老旧眷村的文化的保存的选择及审核办法，这个办法各县市政府能不能做到？如果我们现在还要用所谓的容积转移是唯一的一条路，那今天是国家的损失，这眷村的文化的保留也不是国防部重要的政策啊，这个是嘴巴讲讲。你国防部对于所谓的文资法相关的第八条你都没有办法编列预算的情况下，你如何保留这十三个眷村的目前现况啊？这是我们提出来一个疑问。那么最后一点，我也要为配合国防部眷村改建的这些眷户申冤。为什么？我们在左营的合群新城也是自治改建基地，我们看到了国防部的改建，第一个1200户里面既然没有公园，没有绿地，没有幼儿园，没有菜市场，这是都市中的沙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能够把内政部国民住宅应有的公共设施及服务设施全然没有，就是因为国防部对于眷改的基金严重的亏损，所以说他所做出来的品质也好，他的所谓的违反了我们国民住宅的改建的必要的公共设施，我想这一点并不是说国防部所有的眷改都是成功的，我们希望国防部对于
我们合群新城必要的公共设施一定要在还有既有的绿地土地上要能够考虑。谢谢各位。好，谢谢。那我们今天所邀请的学者专家哈，大概都发言完毕哈。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也提出两个书面的建议哈。那黄昭顺委员也有一个书面建议哈，请用书面的方式啊给我们的委员会。那非常谢谢今天呢、啊、特别拨冗从基隆啊到这个高雄啊，有这么多朋友都过来，会非常关心这个眷村的文化保存，以及原来在眷改条例里面呢，受到这个住户的权益的损害的这些人啊，还有包括我们很多我们都市计划或者是景观建筑等这些教授所提的意见。那我相信呢，国防部的相关的官员，还有文化部，包括内政部营建署的官员都有听到哈，所以其实眷改条例的这个修正啊是势在必行啊。就我所了解呢，现在在我们的立法院不同党派的委员呢提出了案子，应该就有三个以上哈。那以后还会增加，以后还增加，所以我希望说国防部还有文化部呢，可以就本次公听会当中啊，与会的代表还有学者专家所提，包括我们在眷村的土地的容积移转啊，眷村文化保存哈、啊，还有经费的补充，以及在眷户所得到不当的这个对待时候的一些救济补偿措施，或者是说改建眷户的安置，还有眷村改建条例里面呢的讨论呢，可以做一个比较积极而且正面的修法的方向。好，让我们的政府呢，跟眷村的民众，还有一般的大众呢，可以得到双赢的局面哈。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方向。那么，与会的很多专家学者其实也很担心，眷村文化保存，如果是我们的政府单位呢，互相踢皮球啊，要么就没经费，要么就没人，要么就没专业。那眷村文化保存呢，就是跟天边的彩虹一样哈，看得到，然后一下子就消失了哈。我们都了解眷村文化应该是我们台湾多元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不只要保存，而且要活化，好，不要把它当成是放在橱窗里面，然后变成我们后代子孙的缅怀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不是我们与会代表还有很多台湾的民众呢所乐见的哈。所以针对刚刚的这个结论的部分呢，我也希望我们今天呢与会的代表可以啊一整个早上都坐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对于眷村的改建条例里面的若干条文有任何不同的修正意见，也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官管的这些立法委员呢提案过来哈，因为我很希望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赶快就眷村改建条例的若干条文不公平的地方、补救措施的地方赶快做修正。那在多次的包括院会质询或者立法委员的质询当中啊，包括我们的院长还有部长呢，他们也都同意有这样修法方向。更何况我们的司法院大法官呢已经提过很多次不同的释宪案，好，所以这个方向一定是要走的哈，也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努力。好，一起来努力，我想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哈。那除此以外，我们很希望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哈，就赶快把修法方向确定出来，也希望国防部跟文化部可以提出自己的修法的意见方向，好吗？哈，我们尽量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现存的问题。那如果在修法还没有完成之前，有一些其他的法律上的强制执行的部分，好，也是希望各位眷户的代表尽量能够找我们的立法委员啊来帮忙做协商。我今天特别把退辅会的同仁请过来，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跟县市地方政府呢帮忙处理现在急需要处理的这些比较弱势眷户的部分，好，应该有相当多的弹性措施可以来处理。好，我也相信国防部的官员也是想解决问题，但是只光靠国防部的力量恐怕无法尽全功，所以也希望包括文化部还有营建署、退辅会还有我们县市地方政府呢都可以来协助他，好，都可以协助他，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刚刚我所说的双赢的局面，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公听会呢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非常谢谢各位。那因为立法院呢这个
经费不是太多了，所以只提供给各位便当而已，不好意思。好，那谢谢各位特别拨空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公听会，我们今天公听会到这边正式告一段落，谢谢。